sponsor 嘅，其實都幾會幾魚啊！依啲位係我睇翻呢邊阿胡迪啦，直接 Q 上去咁啊，做翻個騷擾嘅啫。咁上到其實出乎意表地係嘉文四世唔夠依個波比打嘅喎，咁就對面亦都係因為出咗烏族藥劑啦。咁喺對 A 嘅時候，其實傷害係會有咁喎，咁所以都係尷尬嘅。依家伊芙琳。我呢度伊芙琳其实系一个兜后位置极度漂亮啊！咁如果佢呢个时候直接去大三角，系好有机会打一波靓嘅团战出嚟啊！伊芙琳有冇机会入场呢？呢度立特老师一分为二将个战场带俾人拱开咗，伊芙琳后面直接系大三角，即刻俾两个 carry focus 住翻啊！但系见到就系逼住将一个人马咧系交落一个单体嘅伊芙琳身上，咁啊造成一个一换零。咁呢度亦都吞翻个立特老师转头，由兵家一次过晕两个，但系俾人 CC 翻转头变咗一只蛋嘅啦！呢个时候老生后面疯狂输出，见到佢嘅伤害咧非常之足够，打翻人马人头落嚟之后，佢再一个信步啦，然后闪现配合。收埋人头，但系富奇嘅时候终于系立功啦，然后击实翻对面嘅人成员转头，打出一个三连杀啦。咪呢波团战有来有往啊，可以话。不过一开始伊芙琳开咗大之后，前面跟唔上都蛋弹啦，嗰度可能就输蚀咗少少。系个沟通有问题，就话立帝老师同伊芙琳个进场咧唔系同步嘅，系明嘅一个实力。正常嚟到今个伤害系争好远啦。看來他們現在想終於攞回個下路的外套，終於肯攞了，提醒了他了。是三分，這裡三分鐘前看一看，終於在二就是跟著尋打出了這個優勢。出裝來講，譬如阿奇以一般的關鍵出裝一個立甚之牙，即是那件攻速裝，然後再配合冰杖，但其實他對上一個立布朗的對線來講，如果兩邊都 rush 一個深淵拳杖，立布朗是基本上不用打那麼滯的。對，如果這邊他都是選擇出魔防先，所以這邊也要看阿奇以的出裝有沒有機會是不被立布朗是一波秒到，不可以說慢的，好玩全 game 最前期那兩隻时候就一直压住对面纳布朗去食兵，而家已经有二十只兵嘅差距，咁样其实对于纳布朗咧系非常之不利嘅。都合理嘅，因为佢清兵主要用技，咁佢啲技攞出嚟打人又打唔中，咁自然喺普攻咁难尾兵嘅情况之下，都明佢点解话系会落后个兵数。咁呢个李星就从右救地啊，再帮衬呢个波比一次。但系赵信亦都有感觉嘅，知道会俾人搞嘅。咁呢度就一个二打二，赵信参埋有机会击杀嘉明细细先嘅。咁啊镜头一拉，见到赵信终于攞到手杀，见到李星亦都系用个死嚟做衡量嘅，就系未谂到，我哋揾下嘢讲咯。揿得住呢边 Hall Six 啊！布朗姆同李星。咁如果你俾佢喺团战搭到呢个位，令到一个嘅贺死个位伤害嚟讲系好足够，见到有李星喺度。但问题就系你次次开战都系喺条线上面睇住离开嘅，咁其实相对嚟讲系比较难啦。而且蓝队嘅支援都比较快啦，睇得出当佢哋组织咗攻势咧，蓝队亦都喺适时。Sefa，Brian 啊 ，Brian 啊，你中意啊？我卷唔到你嘅。啊？我卷唔到你。你卷唔到你。系。但我睇你个样，应该可以讲到卷你嗰啲人。我个样呃到人。你个样系可以卷你嘅喎 ，Brian 啊。好，咁啊，欢迎咁多位翻到嚟香港城市大学第二届联社杯嘅竞技现场啦。咁啊，我系嚟自香港电子竞技有限公司嘅主播 Brian 啊。我就系城大学生代表啦。咁我就系。学生未开咩？未开咩？唔惊。咁今日我又转咗个 partner， 大家等一等，咁啊等佢介绍自己先。系啊，大家好，我就系城大学生代表 Sefa。咁今日转咗个 partner 嚟讲，就因为点解咧？就见到就话我哋嘅好朋友阿 Kis 就去咗 Coffee 嗰边啦，就帮佢哋嘅 Hall 系出战嘅。冇錯啦，係啦，今日嚟講就依家打啊，陣間打嗰場啦，就係話由 Coffee 對上啱啱贏咗嘅 Hall One。係啦，咁樣咧，其實連續打兩場咧，
其實咧對 coffee 其實都係啊，喝温嘅集中力嚟講都可能有一定嘅影響咯。係啊，咁啊，即係要揾啲辦法醒腦提神啊，咬下香口膠啊，灌咖啡啊，乜嘢 Red Bull 啊，即係諗盡辦法。無所不用其極。無所不用其極，總之就 keep 住個精神先。冇錯啦，咁而啱 coffee 咧，亦都一開始係今晚咧全場咧。終於出現了兩個女將啦，咁唔知女將喺 Coffee 派出兩個女將咧，會唔會亦都係有一定嘅特別嘅策略咧？係啦，咁啊，依邊亦都係好難得就話見到喺一個男性比較多嘅一個電競圈入邊咧，係有女選手嘅出現。咁啊，仲特別嘅就話佢哋本身係一個下路嘅組合嚟嘅，佢哋唔係話拆開，冇錯，係佢哋一個 AD 一個 support。係啦，咁通常喺我哋玩開 LOL 嘅。玩家的眼中其實都覺得女仔可能通常都係會被 carry 啊，或者係啊，女仔打 support 靠個男嘅 AD carry 咁樣。冇錯啦，但係佢哋咧都係選擇咧兩個一黐埋一齊，相信咧兩姊妹應該係有一定嘅默契㗎。係啊，咁啊再加埋同一屋檐下啦，大家都係 coffee 啊，咁就睇下今日嘅表現可唔可以顛覆大家對於下路既定固有組合嘅嗰個印象啊。咁啊，暫時進入到 band pick， 我哋傾一傾個 band pick 先啊 ，Sefa。嚟到男隊。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男隊是我們的、coffee. 男隊是 coffee， 今天未登過場的 coffee 是男隊，而子隊又是 Hawan， 順帶一提就是上一場子隊獲勝的時候都是即是 Hawan 獲勝的時候都是在子方，看來今天呢命運之神有可能眷顧子方多啲，就看今場咧會唔會都是子方贏啦。係啦，咁啊 band pick 嚟講，男隊依邊男隊的Coffee 咧就 ban 咗劫亞歷斯塔同埋古拉格斯啊，冇錯，而子隊咧就 ban 咗菲斯啦、易大斯同埋寇格摩嘅。至於講翻上一場 Hawan Pick 嘅英咧，就有伊芙琳、納蒂魯斯、湯肯奇、冰雞同埋一個嘅盧西恩，咁呢個係佢哋嘅上場組合。咪睇依邊 Coffee 會唔會話介懷一下佢哋啦？開十一啊嘛，開十一啊嘛，我講錯咗係嘛？開十一 ，OK 唔緊要。其實都緊要嘅，因為你咪開一人變咗開十一人 ，OK， 咁就開 Eleven 呢邊 ，OK， 咁就開 Eleven 打 Call Three， 咁就呢場係一場四強嘅賽事啊，咁如果贏到嘅就會直 Call One 打 Call Three 啊嘛，係咯，點解佢話 Eleven 咧？係啦，咁就唔緊要，唔緊要嘅，係唔好理啊，正常其實嚟講你就俾人傷住咗嘅，係咯，真係打比賽話你應該聽唔到我講嘢先啱嘅，其實不過咧應該係當聽唔到我講嘢嘅，亦都可以考慮翻咁。因為咧啱啱 Hawan 打完一場比賽啦，但係咧 Coffee 嗰邊咧都冇，佢哋贏咗，亦都冇選擇去 ban 佢哋啱所用嘅角色啦。係，似乎咧對佢哋頭先嗰個組合咧嘅對抗係一定嘅信心喎。同埋今場嚟講就會直接決定嗰個決賽嘅席位，就會邊隊可以晉身到去到今個禮拜30號嘅一個總決賽。但係睇翻個 ban pick 先，咁呢度個 screen 係睇唔到 Sefa， 我哋望出面。呢邊男隊嘅 Coffee 咧就 ban 就揀咗納蒂魯斯、納米同埋一個飛崖。係啦，而家咧就見到 Hawan 已經揀咗伊瑞。揀咗伊爾聲啦，而中路咧就應該係用阿尼，同埋咧 support 已經鎖定咗係用雷歐娜噶啦。係啦，咁啊，真係特別嘅喎、哦，雷歐娜加伊澤瑞爾本身打線嚟講係比較矛盾嘅一個組合，因為雷歐娜中意上，但伊澤瑞爾咧就中意龍嘅，係啦，中意撲佢中意龍，咁啊比較特別嘅一個組合。咁至於 Coffee 依邊就可以話係一啲 flex pick 啊，即係話一啲咧比較萬用萬能嘅 pick， 基本上就 pick 納蒂魯斯出嚟都唔會話有咩大問題出現。冇錯，因為納蒂魯斯除了其實佢可以走上之外咧，亦都可以走 support， 而佢帶傳送咧，其實當下路咧有優勢嘅時候咧，或者插眼嘅有一個有利位置嘅時候咧，佢絕對可以用一個傳送落去一個大技啦，喺下路咧攞到一個雙殺。係啦，咁啊，依邊終於係唔揀一個，而 Coffee 嗰邊咧，亦都見到佢已經揀咗呢個。LB 啦，同埋路西恩嘅，而 Hawan 嗰边咧，亦都用翻啱上场用过嘅人马啦，同埋咧最后一个 pick 咧，唔知系咪都会拣翻盖伦咧？系咁啊！我啱啱仲想讲话谢天谢地啊，终于系见唔到个盖伦，估唔到佢霎眼间又喺翻我面前出现。咁啊，仲有40秒嘅时间，真系睇下会唔会真系拣咗盖伦？哇！弗力贝尔见到红红出嚟啦，终于见到红红出嚟咧，就都几难打。如果以对面呢、這个。以對面呢個陣容嚟講，係啊！如果以綜藝性質同埋娛樂性嚟講，就真係 Gavin 好睇好多嘅。大家俾啲掌聲！
但其實咧，用紅孔咧，佢拋起人嗰下咧，我都覺得係相當有娛樂性啊！係有娛樂性，你中意睇人哋俾人掟咁啊？你都啲口味都幾特別，咁就依度就見到就係話柯温啦，連續兩次係選用依個蓋倫啊，咁啊睇下會唔會繼續維持到依個勝率100%嘅記錄咯喎！係啦，冇錯。而除了蓋倫之外，亦都連續用了兩次人馬，看來人馬和蓋倫這對基友是再會有一次很好的配合，但就不太見到連動的，因為人馬就比較少去上路幫一個的基友gank，所以他們的連動就體現在團戰方面。沒錯，但是今場亦都是上路亦都是這個蓋倫轉對這個打起人的立帝老師，似乎他們的打情罵次是會繼續的。哇，這個激情四射之下，相信鏡頭亦都是會不斷是 focus上路方面，不如讲下其他路啦。我哋而家进入一个三分钟的延迟时间。咁啊，纳布朗对上阿尼嚟讲，一个技术含量相当高的对线喎。冇错啦，不过咧，其实以我自己打中路的经验嚟讲，其实纳布朗咧经过了前期如果六至七咧，仍然冇办法咧喺线上面得到一个优势嘅话咧，我相信咧阿尼咧。他在中路會贏的機會比較大很多，是啊，再加上就是說阿尼頭六是沒有一個的位移，對於菲艾來說其實配合納布朗都頗易怕死這隻阿尼。沒錯啦，如果呢 LB 他可以成功逼到阿尼呢交出一個閃劍的話呢，其實呢在中路上呢起碼咧都可以阻止到阿尼咧，可以好輕鬆咁去籠兵咯。係啊，即係話依邊其實 Coffee 個勝利條件咧，就係講緊依個嘅 LB 可唔可以肥到一 set 秒咗阿尼，或者係一個伊澤瑞爾。咁睇嚟依邊 Coffee 嘅戰術核心咧，就要圍繞住中路嘅納布朗啊。冇錯啦，不過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咧，就係柯温咧，佢亦都有啱啱所講過嘅基情朋友啦。佢兩個嘅衝線能力咧，係絕對可以咧直衝後排去。直接咧殺到呢個魯西恩嘅，咁如果 LB 佢肥唔起嘅話咧，魯西恩咧亦都俾對方咧衝線殺到嘅話，其實咧對於 Coffee 嘅打擊都相當之大。但就諗緊就係話，當雷歐賴同哈哈林入咗去嘅時候，有冇辦法可以跟進嘅傷害？即係要睇阿尼個發揮。CC 係好夠，但係你冇你話要蓋倫直接衝入去秒佢係比較困難，咁所以就睇阿尼可唔可以配合埋啦。冇錯啦。不過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咧，雙方 support 咧，亦都有一招好強勁嘅 CC 大技啦。我相信咧，呢兩招大技咧，亦都會係扭轉呢一場勝利嘅關鍵啊！咁啊，我哋見到就話兩邊嘅選手都入咗 game 噶啦。咁我哋仲有大約一分鐘左右嘅時間。係啦，冇錯啦。咁樣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兩邊嘅 JG 喎。其實飛艾咧睇嚟喺前期咧都相當之係有優勢㗎喺呢一場。應該咁講啦，飛艾好耐冇見過呢隻英雄。冇錯。如果平時睇比賽嘅話，都知道飛艾係一個非主流嘅 pick 嚟㗎。咁佢主要係配合埋一啲硬開嘅陣容，譬如話配合牙叔啦，飛艾就會有一個很好嘅選擇。但譬如就話你今次揀飛艾，睇嚟個配合就係話要夾埋立大老師一齊啊。冇錯啦，不過係。亦都可以講下，就係 Coffee 呢個陣容啦，有立帝老師啦，又有南美同埋飛艾咧。如果邊個唔好彩嘅話咧，隨時係俾人飛起咗三次㗎。咁啊，好處就講咗，但其實 Coffee 依邊亦都有佢哋嘅缺陷同埋咧短處喺度嘅，就係話佢哋清兵咧相當之疲乏。路西恩比較手短，亦都見到中路嘅納布朗咧，如果運用扭曲空間去做一個洗兵嘅話，其實亦都係浪費。咁假如其實 Coffee 去做一個壓塔嘅話咧，我比較擔心就係 Coffee 冇辦法係可以清除到塔前面嘅小兵啊。冇錯啦，但係其實喺壓塔嘅時候咧，亦都可以睇到 Coffee 嘅三招控場嘅大忌啦。咁其實咧喺壓塔嘅時候咧，如果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去發揮佢哋嘅大忌咧，咁係一個好好嘅開展嘅時機。我又想看看玩啦，咁啊兩邊嘅陣容鎖定咗㗎啦，咁我哋正式亦都進入一個 loading 嘅畫面。冇錯啦，咁依家咧可能線路上暫時有少少問題咧，我哋咧暫時等一等先啊。好，咁啊，正式進入我哋嘅一個 loading 畫面啦。因為咧，我哋就冇人幫我哋收集嗰個天賦嘅拱心樹啦。咁所以依個時候，我哋就趁機睇一睇，譬如話十位選手啦，係選擇點樣帶佢哋嘅天賦，或者係點十八、十二、零啦、十二、十八啦，定係點樣嘅一個分配數字啦。冇錯啦，咁亦都可以咧喺呢度咧睇到其實佢哋嘅一啲嘅選項啦。咁呢度咧大致上都見到啦，上路咧仍然都係用翻不死之握啦，而下路。A.D. 咧就用咗
打小兵暴擊回血啦，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雷神律令啦。哇，好特別就係話路西恩依邊 Arkis 啦，我哋嘅女主播係選擇帶雷神律令啊。咁喺依家依個 meta 嚟講，啊戰鬥狂熱啦同埋軍閥血勢咧係會一個主流嚟嘅，因為佢相對地咧可以將攻擊系嘅一個點數咧點得比較深少少。咁就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前期 pop 到個雷神律令出嚟啊？冇錯啦，咁樣咧路西恩佢嘅被動係用咗技能之後咧就可以打到兩下嘅普通傷害啦，變相其實都易嘅算係。系啦，變相對雷神令嘅發動係都算簡單嘅。係咁啊，依度亦都其他嚟講唔意外啦，即係除咗路西恩之外，冇錯。咁啊，框方面依啲嘢就浮雲嚟嘅啫。係啦，都係睇到有。因為真係講真，你嚟到打比賽，如果你因為一個白金框可以贏到嘅，咁就唔係一個五打五嘅比賽啦。冇錯啦，咁我哋呢個遊戲始終都係個團隊合作嘅遊戲啦。咁啊，遊戲正式開始噶啦喎。係啦。咁呢度咧，亦都可以見到佢哋咧係嘗試去佢哋兩邊嘅紅區啦，咁樣咧相信兩邊嘅 JG 飛艾咧就會係喺呢個紅區出發啦。好啦，咁喺度歡迎咁多位城市大學嘅召喚師咧嚟到召喚峽谷啊！咁啊，再同大家講翻一次，就係 Coffee 喺南方，而 Hobin 咧係喺紫方嘅。係啦，咁呢邊咧亦都見到啦，即使咧 Coffee 佢哋咧係。嘗試咗一個攻勢，唔係佢哋咧係嘗試咗咧，要派呢個 LB 去做咗一個似乎比較前衞少少嘅試探啦。但係咧，佢都只係嘗試去保護一下一個河位啫，空間嚟嘅，係啦，做空間嚟嘅啫，睇位嘅啫。依個就咁啊，見嗰邊風水都冇乜特別靚嘅時候，就依個時候啊，就拼緊一個紅 buff 嘅位置啊。咁就應該飛艾嚟講，其實就石像起會比較好，但係變相就話依邊嘅 Arkis 就唔會攞到一個搶二嘅一個優勢喺度。冇錯啦，咁樣亦都可以順帶一提咧，就係咧飛艾佢咧前期咧佢。只要咧佢去到三 l 嘅時候，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相對咧係非常有優勢嘅時期嚟嘅。咁樣咧可以睇下飛艾三 l 嘅時候會唔會順住呢個優勢啦？咁樣咧就幫上路或者下路。雖然覺得啦，個人認為就係話依邊如果俾 Arkis 攞石像係可以搶二嘅話，其實係可以撳住依只嘅伊澤瑞爾嚟打，因為雷歐娜喺一 l 嚟講接近係冇用嘅，因為佢學嗰支箭叉埋去，佢又冇辦法話可以再接一個雲。咁如果佢學 W 就對於個 AD 亦都冇乜幫助，咁所以啊依度似乎下路就冇諗住係擴大自己嘅優勢。冇錯啦，你都可以留意翻就係咧，雷歐娜咧，咦鏡頭一轉已經見到雷歐娜原來已經俾人撲咗四分之一血啦。雷歐娜應該係幫依個嘅人馬咧頂成仗，係啊，就扣咗少少血。咁其實對於一個輔助嚟講都可以接受嘅，即係你話九成血、八成血左右出線上面，咁啊再次睇到我哋上路依個基友組合啊，納蒂老師與蓋倫嘅對決啦。好，一直接插上嚟個水泡歪咗，依度一兩個兩咧，咁啊打兩個一咧，咁啊依度直接係逼咗個閃現同埋個治愈出嚟。咁樣咧，頭先竟然搶二搶輸咗，冇錯啦。而頭先呢個陣容咧，就會見到咧，下路已經冇咗一個治療同埋閃現啦。其實咧，對 Arkis 佢哋嚟講咧，都算係一個相當大嘅損失嚟。係啦，咁啊，如果雷歐娜譬如話下波啦，嗰個嘅 CD 再轉好，其實再篤落嗰個藍米度就好有危險啊。冇錯啦，相信如果再成功俾雷歐娜篤中咗嘅話咧，下路應該就要咁依邊其實藍米一定要退，因為佢如果接近咗一個普攻可以接觸嘅範圍嘅話，就直接可以閃撳。你見到就話好好彩，依個水泡定得住，因為伊澤瑞爾但係仍然係輸緊嘅。依度一個嘅衝拳啦，咁啊衝唔死，但係再一下波動拳波埋去咁啊，攞到個 first shot。前面都強調過就是說，就係話飛艾加埋納布朗係好容易擊殺到阿尼。冇錯，佢哋呢個 combo 咧係對係有好好嘅控場啦，而且咧佢啱啱阿尼咧係中咗納布朗嘅鎖鏈啦。其實佢睇翻呢度差唔中，咁啊一個滑步避開咗，仲要就係話啱啱唔單止我哋講過，佢哋都聽到喎，但都係中咗。咁呢個人頭好好彩就滑落咗飛艾身上。我諗緊就係話，如果去咗納布朗。攞到個手殺多幾百蚊嘅話就會有危險，咁呢度 Arkis 再次用一個嘅滑步咧扇翻出嚟啊！咁樣亦都可以睇到啦，上路咧，蓋倫就繼續佢嘅轉轉轉啦，咁就都係冇咩意思嘅上路嘅。喺你比賽，你又覺得佢冇咩意思啊？我都覺得喎，咁就
係，但係人哋pick都有人哋嘅理由啦，當然咁就係啦，咁就依度蓋倫就轉埋塔底啲兵，咁啊嚟到二十一兵，仲要有領先添兵線，你仲話佢冇意思？唔係呢個係人哋嘅溝通方式咧，其實就好難講嘅。咁呢度咧亦都可以見到啦，咁樣咧下路咧其實咧。對歐娜同埋伊瑞伊爾車咧，已經咧主動咧去嚇親我，我以為你講伊瑞嚟噶，間啲講錯咗，間啲講錯，係啦。好，咁呢度就綠索哥咁啊，上場個表現唔錯啊，今場嚟講亦都係有辦法壓住對面嘅食兵數。你見到就係話贏緊已經十幾隻噶啦，冇錯，係啊。咁啊，翻去回補個水滴嚟講，其實依邊嘅女子雙排下路啦，就比較危險啊。咁呢度咧見到中路咧，又飛亞咧，似乎就想。哇！睇咁轉啦，你見到贏一呢，仲要贏十隻兵，呢只蓋倫真係出乎意料地打得好啦，今場咁就咁啊！呢度其實真係可以食個翻尋味嘅，因為飛亞圍住個中路轉，係啦，好有機會再殺鬼炸嚟啊！咁相信，因為頭先冇見到啦，咁亞尼其實應該已經係交咗閃噶啦，喺中路嘅。係啊，佢頭先就係為咗避飛亞招 Q， 佢落咗個閃落去，但係都係失咗個頭。咁其實呢度對於飛亞對於呢只亞尼嚟講咧，佢再推兵出去咧，好呢度人馬其實睇到飛亞嘅，咁呢度直接撞埋去，亞尼會第一個到場先嘅，咁就睇佢個未獲有冇機會參中，哎呀，咁啊歪咗啊，好可惜，咁啊呢度飛亞亦都係有入去嘅資本，因為佢攞咗第一個頭，冇錯啦，咁樣，不過頭先都對。飛亞嚟講都係相當危險嘅，如果佢中咗呢個迷惑嘅話咧，其實好有可能。我睇翻依度先，又想撞就飛亞就撞中噶啦，依度有冇機會切合入幻影鎖鏈綁中？喂呀，真係第二次啦，今次個頭就落咗喺納布朗身上。冇錯啦，咁佢咧亦都可以我哋嘅遊戲中嘅術語嚟講咧，似乎中路就變咗一對孖寶啊，咁就係呢個飛亞啦，同埋呢個納布朗孖寶咁就。圍住呢個亞尼氹氹轉啊！同埋似乎 Coffee 嘅重心係一個中野連動喎、啊。冇錯啊，咁樣亦都可以睇翻啱啱咧下路翻咗嚟咧，就補咗一次裝啊，咁樣咧，但係咧兵上面咧已經係落後咗十幾隻啦。係咁啊，再加上就係話依家納布朗肥起咗，仲要先上六。你見到亞尼其實依家線上面佢翻線啦，都仲係五呢。咁佢依家再出仍然係有一個俾人殺嘅危機喺度。咁我會判斷就係暫時中路係出現一個小崩盤啊。我都覺得係，而且咧依家 LB 咧佢第一件裝佢已經係出深淵，係出深淵㗎啦。佢同你衝深淵，咁你就大鑊啦。咁呢度就見到佢攞咗六呢個優勢，直接係一個 WQR 落去。咁啊，放咗兩段嘅一個 Q 技落去，咁就中路嘅亞尼過得非常之辛苦，見到亦都係逼住無奈地出兩個多蘭戒啦，係拖裝。冇錯啦，咁呢度咧亦都可以見到下路啦。其實咧，飛亞已經喺隔離咧蠢蠢欲動啦，蠢蠢欲動啊！咁啊，睇下佢會唔會出嚟啦？呢個出咗嚟㗎啦，一嘢升埋去 Eset 度，升中嘅，就對面一個傳送打翻個支援磚頭，呢度一個虛弱流人，一個水波定中個 Eset 好靚啊！咁呢度人馬亦都喺左邊，有冇機會可以攝入嚟咧？佢冇啊！咁啊，見到就話佢喺何位徘徊緊之後，誒會唔會嘗試策動一個五人嘅塔殺啊？呢度其實齊曬人㗎。係啦，似乎佢哋咧可以選擇一個塔殺啦，又或者但係就冇咁做喎。係啦，咁其實啱啱咧，蓋倫落嚟冇殺到頭嘅時候咧，的確係可以打龍。冇錯，依家蓋倫傳送咗翻城之後咧，佢哋都決定咗。咁其實變相就係話藍隊依家可以拖龍，又叫納蒂魯斯 TP 落嚟啊！但係有冇咁嘅意識啦？我哋就係要睇。我哋亦都可以見到，其實喺呢度咧係完全冇眼喺度。係。相信呢只龍咧都係隨手可得，就完全冇威權地可以食到㗎啦。咁啊，恭喜依邊！紫方的 Hall One 應該是刷新了今次第二屆聯社杯最快小龍的一個紀錄了，是8分鐘，是8分鐘第一隻龍、啊、好，這裡直接對 A 綠索哥不夠打，還要被人抱抱中，這裡摸一下就真的死全家，有沒有死到呢？死不去，用幻影鎖鏈綁中之後再接兩下的補攻，盧西恩，哇，那我們的 Arkis 拿到個人頭啊， Arkis我哋嘅女主播果然就相當之唔錯啊！咁樣咧就啱啱可以睇翻佢組織嘅攻勢啦。咁佢就開咗一招技能啦，咁就閃前咗之後咧，打咗兩槍落去嗰個 support 身上之後咧 ，LB 亦都睇翻呢度蓋倫啊，草叢倫啊，直接喺草叢就直接覆嚟插你一波。咁啊，但係亦都見到納蒂魯斯嘅坦度喺度，冇乜傷啊。咁樣咧，其實都相信，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咧，蓋倫咧，佢應該唔係等緊呢個納蒂魯斯啊，佢只係等緊佢第三個好朋友嚟緊嘅啫。佢等緊第三個好朋友。係啊。
OK， 咁就依度塔底亦都係逼住立體老師要食冰啦。依度亦都係見到死全家咁啊，上去嚟講就保唔中，比較可惜。而其實咧呢度咧，我覺得咧阿黎其實已經幾乎係崩潰啦。佢而家嘅大技咧，其實我相信阿黎佢一套咧冇辦法咧秒到 LB， 反而咧佢需要留招大技咧去避開 LB 嘅攻勢啊。嗱，咁啊上路再次一個洗兵嘅節奏啊，見到立體老師其實就真係可以攞住個盾頂住啲兵啊，但係佢都係乖乖地留翻喺塔底食兵。冇錯啦，咁樣咧相信佢都係想可以一下時間啦。咁樣咧，如果係有其他線咧係需要佢嘅話，咁佢亦都可以咧做一個支援啊。好，咁呢邊亦都見到就話兩邊唔係好想打御侍者，咁相反就係話人馬依個位其實相對係危險啲啊，因為飛艾打緊南北，而立帝老師亦都喺上路。咁如果佢繼續追住只河蟹，就會俾對面發現到噶啦。咁嗰時候立帝老師知道人馬喺上路噶啦。冇錯啦，咁如果立大老師已經知道人馬喺上路嘅話，其實對於下路啦或者中路嘅時候，係有一個咧可以進攻嘅優勢。咁因為咧人馬始終就係遠在天邊啊，始終都冇辦法咧可以瞬間。我睇翻中路先，人馬諗住搞一個嘅 LB， 但係飛亞亦都喺隔離咧係布緊嘅，但係似乎就人馬冇上到啊。係咁就人馬布潮布唔到啊。咁而家又睇上路，真係好滿意啊！上路係啦，鏡頭一轉又係咁樣。好，咁呢度 Q R 落去，但系个 E 就冇办法触发嗰个 Q 嘅一个伤害啊！咁呢度亦都见到绿索哥直接跳上去扑翻 Arcus 波，但系亦都见到蓝米嗰个奶妈嘅能力喺度啊！冇错啦，咁样咧下路嘅测试能力系相当之强，系啊，亦都可以留意翻就系啱 E 先开招 E 向前啦，其实咧系一个相当之危险嘅举动嚟嘅。咁因为咧如果蓝米嗰招水球中咗嘅话，其实好有可能就失去一个头，而可以见到下路咧依家咧飞 I 似乎想做咗一个攻势啊！嗱，咁啊，都特別嘅，因為依邊就係打一個持續傷嘅下路，即係話同你對撲嘅對線嘅時候，相反就話你依就瑞爾加埋雷歐娜，其實係打一波爆發嘅，冇錯，係要復草啊，咁啊，希望可以趁納米未補得切之前就上啊。咁呢度 Gavin 其實就見到只 LB 嘅，咁但係就捉唔到，因為個手段唔夠多，亦都見到就話納布朗太靈活啦。冇錯啦，咁樣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咧，就係咧，我哋嘅上路咧就已經離開。我睇翻度飛啊，直接升落只阿尼度，呢度再升龍拳升起佢，跟唔跟得上啊？喂呀，好可惜就係呢度阿尼亦都交咗三段衝刺啊！冇錯，佢除咗開大之外啦，亦都咧就開埋閃啊，咁樣就成功避開咗一個。一個雙重的追擊啦，咁係啦，咁呢度亦都係上咗阿奇斯，就直接拉弓一條招打落去，但係呢個大技就清小兵啊，好勁啊！咁啊呢個位亦都學到嘢嘅，咁啊亦都見到就話上到立體宙斯同一個嘅蓋倫糾纏緊，哇！咁啊真係～打極都打唔出個勝負喎！冇錯，相同佢哋中間，佢當中一定有非比尋常嘅愛啊！喂呀，咁啊，我就唔夠膽評論太多呢度。就有一個暫停出現。你 City 嗰邊啲人就可以講，我就唔係好夠膽講呢啲。咁就暫時嚟講有個暫停，亦都見到雙方選手其實都停曬喺度噶。咁就似乎技術方面有少少問題。依家見到咧就話我哋左邊一隊嘅 support 選手就出現咗一個斷線嘅情況啊！冇錯啦，咁樣咧就鏡頭就會見到啦，係得翻我哋兩個嘅樣啦，咁樣咧亦都可以做幫我哋嘅主播做個宣傳啊！咁樣咧佢係有一條 link 嘅，啱聽講，可唔可以再講嚟聽下？喂，竟然俾機會我打廣告咁啊！首先，我覺得自己人要撐翻自己人先啦，即係你哋本身 City 有個專業就可以上去睇下，咁就係第二屆嘅聯社杯。咁至於我自己個人嚟講，你就可以 link 嘅啱聽講，可唔可以再講？喂，咁嗰度有回音喎，仲聽到自己講翻啲乜嘢？咁就係繼續緊嘅。係啦，我自己嚟講，你就 search HKES 主播 Brian 啦。咁其實我平時交代嘅就可能係我翻工嘅行程左右，即係話會報播啲乜嘢比賽啦。哦，係，終於睇到啦，依邊就係雷歐娜佢掉咗線啊，斷咗線，咁就我哋啲規矩都好鬆嘅，即係你斷唔夠廿分鐘咧，我哋係唔會重賽嘅。咁所以我哋依家就等嘅。係啦，繼續等啦，咁就都未到夜深嘅，可以繼續直播。哎，而家有啲幽默感喎，呢個位咁啊。多謝你啊！可以爛 get 嚟嘅，係啦，咁就依個萬用句就可以兜翻任何唔好笑嘅嘢啦，係咪啊？係啊，多謝你啊！咁啊咧，
翻翻去 game 入面咧，咁雖然畫面停咗啦，我哋都可以大致上講一講嘅。咁樣都見到。你應該話睇一個好特別嘅畫面，你見唔見到就係話依家蓋倫嗰支紅水咧，係咁跳，係咁食緊啊！冇錯啦，其實佢係咁食緊支紅水，哇！即係唔清楚遊戲嘅人，可能就覺得佢買咗無限支啦，咁就係咁喺度飲緊啦。係啦，咁啊，依度你夾硬兜啊，被動咯，係咪啊？係咁回血咯，但係你暫停緊都可以係咁回嗰下就有啲 OP 啊。冇錯。係啦，咁一陣完咗暫停之後，就可以睇下究竟蓋倫啲血係咪即刻回滿咗。係啊，即係個血瓶係咁抖動，望到我都有啲驚嘅，咁就十二分鐘，暫時就話藍隊依邊Horfrey 攞住個優勢，咁啊似乎即係話前面嗰場五十分鐘嘅大戰啦，對 Horfrey 真係有啲影響。我都覺得係，亦都可以見到咧，其實納蒂老師咧對於頭先上一場都係對於蓋倫呢個對手咧，似乎咧就冇啱啱咧咁打得咁好啦。咁我相信咧，亦都係頭先比賽咧對佢哋嘅集中力有少少影響咗。話唔定係依只蓋倫勁咗咧，都有可能係啊。是雖然是同一隻，是不是？是的，今場的我就打到上場的我了，沒錯，就真的進化了。蓋倫呢，他都有可能是比起上一場更加愛這隻納蒂老師啊。是的，那就打得難分難解，仍然是出現擊殺的。那普遍就是說現在中路納布朗肥到一個不可以再肥的境界。沒錯，他的心冤都已經出了，那可以留意一下，雖然納布朗他是沒有出鞋，但他的靈活度是相當之高。咁對於人哋嘅驚殺啦，或者係咧佢自己去追殺咧，唔出鞋咧亦都唔會有太大嘅影響啊。好啊，咁大家聽到一個激烈嘅滑鼠聲、鍵盤聲，就知道其實選手已經進入咗個遊戲啊。咁啊，我哋再等一陣就會進入翻個遊戲畫面啊。冇錯啦，咁呢度咧亦都可以見到，其實伊爾森咧已經隆出咗佢嗰個水滴啦，同埋已經有一把藍劍。其實喺下路咧亦都。相對住路西恩咧，係有十幾隻兵嘅優勢啦。但係都問嘅，因為路西恩始終咁樣堆密攻嘅時候咧，你萬一就係話你嘅 Q 觸發唔到閃耀劍嚟講，你單靠普攻同路西恩換血係好蝕嘅，係換唔到嘅。係啊，換唔到係會即刻爆嘅，係啦。咁樣咧就要睇我哋嘅 support 嘅功力啦。係啦，究竟係會女子組合嘅女子組合嘅 AD support 勁啲啊，定係我哋科温嘅伊帥同埋呢個？女歐娜好打啲咧，咁就我覺得下路其實好取決於佢哋大技嘅控場。好，終於連翻線啦，咁啊，即係相信住開嘅咁多位咧，對於依個畫面亦都再熟悉不過啊，經常斷，經常有連翻咁樣，咁入依個無盡嘅輪迴入邊，咁就入翻個畫面就應該好快開始噶啦喎。應該就係啦，咁樣咧亦都聽到我哋選手已經玩緊啦，咁玩咗好耐添啊！係啦，咁樣咧，我相信數到差唔多25、24就應該有畫面睇噶啦。係啊，即係有冇機會依17秒倒數完係嘛？咁我哋就可以講翻個比賽咁樣。係啦，咁樣咧亦都可以唔使再同我糾纏啦，可以睇翻畫面啦。咁樣呢度咧亦都希望啦，我哋中路嘅阿里咧可以把握到依家暫時睇地圖啦，就係佢。塔下嘅好一開始，哎呀，咁啊，終於進入翻我哋遊戲畫面，遊戲時間咧仍然係12分鐘嘅。咁依家菲艾同埋納布朗都趕緊過下路嘅。咁啊，依邊其實藍米就要先手噶啦，如果要硬上嘅話，係但冇先手到，咁啊發現到對面嘅一隻真眼啊喺何位，同埋喺依邊嘅草叢亦都咁啊，可以話呢度阿奇斯好勇敢上去，直接係點一波，發非常兇狠，依下死全家連中啊！哎呀，咁啊好可惜嘅，側邊就俾依個嘅冥風。明月啊，風花避開了冇錯啦，咁其實只係爭好少，唔夠100嘅距離咧，就係同埋幻影鎖鏈其實喺之前嘅 patch 亦都係俾佢縮窄咗個距離，難放難中咗嘅。冇錯，但係佢嘅嗰個放出去嘅速度咧係快咗。放出去的速度快了，但佢窄咗，亦都係話譬如話扭曲空間啦，之前係改動過佢迅步上去嘅嗰個速度。係啦，咁樣咧，但係整體嚟講，其實我覺得對 LB 嚟講都係一個 buff 嚟嘅。係啦，咁啊依邊 LB 嚟講就比較冒險少少嘅 pick 啦，可以話係一場賭博嚟㗎。咁你喂得肥佢，佢就自然會 carry。但係相對劣勢嚟講咧 ，LB 可以做到嘅嘢好少。冇錯啦 ，LB 咧劣勢嘅時候咧，其實佢咧某程度上同理性劣勢咧係一樣嘅，變相咧係一隻打醬油。係啦，咁啊依度上路醬油，你講醬油一定講上路，依度又再次打交啊上路。
佢哋咧應該今場都會交戰無數次嘅，咁就係啦，繼續俾你慢慢玩下。順便錯嗰個 DPS 嘅數字，喂，依度亦都係摸一下俾人摸中咗，咁啊用一個參中咗之後，亦都係俾人點燃埋。呢個第二段衝刺爭啲死㗎啦，再衝上去，好彩就見到七七多利啦喺後面係支援緊啊。冇錯啦，其實呢度咧阿黎如果係哇，蓋倫諗住喺側邊偷雞喎，佢行咗出去塔嗰度，有冇機會摸中就快回城嘅？哇！爭少少嘛。爭少少就可以。哦，依度七七多年亦都係閃現翻紅 buff 嘅位置，咁我哋再次見識到北美嘅威力啊！咁啊，一個嘅 NA flash 啊，冇錯啦。咁樣咧，雖然蓋倫佢交咗呢個閃啊，但係咧佢其實對佢影響唔係好大嘅，除非咧佢係要做一個傳送落去下面做支援啊。咁啊，只差一點點，其實嗰個位置都唔怪佢，因為。你見到就係話啊，納布朗過去量係一把大劍就篤得死，冇錯。佢呢個殘血嘅誘惑，佢忍唔住，佢衝動咗。係啊，佢血氣方剛嘅蓋倫點可以忍呢啲位置，所以就交咗個閃啊。冇錯啦，咁佢已經咧算係採取主動啦，唔再咧喺草叢入面等佢第三個朋友啊。係啦，咁啊依度再次交鋒啊，咁啊依度小金個閃面仍然係打得好兇猛啊，咁就再轉咗納大老師一波。好，依度普普中咗绿索哥，咁啊绿索依下就走到啊，但系前面嘅雷欧娜就冇咁好彩啦，直接俾拉米一个海龙卷起咗，阿奇再攞到人头。果然我哋嘅女主播系有相当嘅实力啊，系美貌与智慧并重系嘛？冇错啦，咁呢度咧亦都可以见到男队咧已经准备咧去攞佢哋嘅第一条。系啦，咁喺度攞对面系有视野噶，咁但系亦都唔惊你，依边飞系主动打紧噶啦。咁啊，仲有1500左右，咁睇嚟呢个嘅精准弹幕啦，就冇办法为红队啦系攞到呢条嘅小龙。冇错啦，咁头先咧阿黎同埋人马虽然都想尝试去攞呢条龙啊，但系咧面对我要拉翻转头，立帝老师呢度要发起复仇战啦，呢度有冇机会咧？咁啊，十一咧终于要对呢个十呢个盖伦发起潜航冲击，闪现埋去，再普攻多下，争少少啊！差啲就擦出呢个爱火花啦，好可惜啊！呢个对于佢。對於立帝老師嚟講咧，就單只差一點點啊！今次真係最慘就係我哋做依個位置，又唔可以唔睇啲火花。冇錯啦，即係閃盲我對眼啦。係咪依個位真係啊？見到立帝老師其實佢嘅 W 咧係令到普攻係有燃燒傷害嘅，係會有個持續傷害喺度。但係就始終佢出坦裝冇辦法係最大化嗰個持續傷害。係啦，如果立帝老師要出，喂，由依下七七多年俾三個人包抄，直接定住咗阿尼，再接一個槍，咁咪依度已經係一個死人嚟噶啦。這裡呢度咧唔夠三秒鐘咧，菲亞已經被人蒸發咗啦。蒸發咗，係啦，呢度完全睇到咧係呢個河蟹嘅錯啊。係啊係啊，河蟹的誘惑今次，上次就殘血的誘惑係咪？冇錯啦，咁冇咗招 Q 咧，係走都走唔到啊。對歐娜咧，佢係完全咧好果斷咁樣咧就嚟咗一招劍啦，推出去之後咧，直接就捉。係推唔中嘅，但係佢拍暈咗啦。咁阿奇直接係一個順步水啦，普攻。依個綠索哥仲有大約200零血嘅血量，依度亦都幻影鎖鏈中咗。咁啊，依度冥月風花原地放個大技，但係一個自然拉翻個血量，有機會反打。呢邊男隊一個精準彈幕插落去，見到依度嘅納布朗，亦加喺個團戰中間度一個撤退。咁個蓋倫追住三個人係咁打，喂啊！咁啊，終於篤死咗盧西恩啊！今次呢個蓋倫咧，終於都有回報啦。佢冇。佢成功咧將呢個殘血誘惑路西恩阿奇斯送咗翻去。佢依兩場嘅表現就彷彿向呢個全世界示威，你夠膽話我冇用咩？係咪呢度雷歐娜就直接入去送咗個頭啊？呢下咧就相當之衝動啦！對面咧係一隻肥咗嘅 LB 啦，另外咧仲有一隻。奶媽奶奶，但佢仍然採取一個相當主動嘅。你應該話其實佢嗰陣諗緊啲乜嘢咧？係啊，我相信你要理解一個選手嘅思路，即係點解佢嗰下會選擇衝咧？即係諗唔透嗰位。冇錯啦，因為喂，依度升中咗綠索哥，依度死全家又一波接上，但係其實啱啱咪早少少放鎖鏈會比較好啊。咁呢度見到七七多年完全唔夠彈，男喺後面拉翻起個血量啊。係啦，呢度咧人馬咧作出咗好好嘅支援啊，成功咧就趕走咗呢個痴漢。係啊，唔係嗰只 Eset 就空哥加少，就應該係一名烏夫啦。係啦，咁啊呢度阿尼跑線啊，跑緊上上路，呢度蓋倫留唔留得住咧？用過一個日炎斗篷係咁燒緊噶，咁呢度溝通出現咗問題啊！阿尼上咗，但係蓋倫就退咗喎。咁呢度蓋倫就冇大嘅，就咁啊嘗試做一個嘅頂塔。咁睇嚟金波其實立帝老師係有機會反殺噶，頂翻呢個啦。蓋倫轉頭，呢度蔡倫仲有一下閃現離場。哇！蓋倫咧呢度咧係作出一個很好好嘅進攻嘗試啊，亦都咧
重新咧成功咁利用咗佢嘅閃焰啊！雖然佢嘅閃焰咧冇辦法咧攞到呢個殘血誘惑啊，頭先，但係佢而家咧成功咧令自己嘅殘血誘惑咧離開啊！係啦，咁呢，納布朗其實大約知道蓋勒喺邊度㗎？哇！加長摸到，哎呀，咁啊，依度真係打 IP 啊！真係唔好意思啊，蓋倫，你嗰個位雖然有真眼，睇落好似好安全咁，冇錯。但係 LB 竟然知道你回城嘅位置啊！係啦，呢度咧亦都不得不能寫個伏字俾 LB 啊，係一個好好嘅判斷嚟嘅。嚟，我有筆，我有筆，你快寫。好，唔該你啊。寫個伏字啊。係啦，咁就寫個月字，再加一個唔知咩字。喂，咁呢度亦都上中文堂啊 ，Seth 爸幫我哋上咗一堂啊。係，咁啊真係有寫嘅，呢度我都作證啊，咁就。系啦，而呢度咧亦都可以見到啦，納蒂老師咧就開始做咗一個遊走嘅生物啦，咁樣咧遊走嘅生物，好嘔心咁啊！你講到佢，咁呢度直接插上去，哎呀爭啲就命中呢個嘅藍米，咁呢度亦都阿奇開咗個空大掃中小兵嘅啫，咁呢度藍米開翻個大技，咁啊你來我往啊，大家都掃啲大技俾大家睇啊，咁呢度明花水仲真有武功，喂呀但係卡兵啊呢個位，人馬撞死咗，人馬係一個好好嘅弊啊，咁樣咧。人馬就話正啊，我開咗衣就無視小兵碰撞嘅，但係你路西恩咧就會卡兵嘅。係啦，咁呢度咧亦都可以見到啊，其實有少少衝動啊，面對住呢個殘血誘惑啊，亦都係雷歐娜嘅誘惑咧，其實咧路西恩打落去雷歐娜身上咧係相當之痛嘅。係啦，但係咧唔知點解咧。就係爭嗰少少啊！係啦，只差點點啊！其實都前面都打得混亂嘅，因為兩邊嘅大都空得有啲離譜啊！冇錯，係啊，即係譬如話雷歐娜嘅大技啦，同埋一個納米爾嘅大技，其實都唔係咁準嘅，但係最尾就好可惜，就話阿奇點唔到嗰下出嚟，就係爭少少啦。係啊，咁樣咧都係緣分嘅問題嚟嘅，咁樣咧我哋可以陣間再睇下下路嘅發展啊！係啊，即係。呢、這個時候賴 support 咯，最衰嘅 support 俾個水滴我咯，俾個三點水我咯，冇錯。唔係我唔加速水我都唔會有事啊。咁呢度哎呀好聰明啊，咁啊南美放一個原地嘅水泡咧，就驚呢個伊澤瑞爾會跳上嚟啊。係啦，但係咧其實伊澤瑞爾都成功需要咗南美好多血㗎。不過亦都可以提翻就係南美咧用一個掃眼咧成功咧清走咗下路兩隻眼嘅視野，其實係啦賺啦咁多錢係啦，同埋即係依家跳錢道具其實就唔係話太直出嘅啫。同埋依度擦眼亦都係一個經濟來源嘅收入嚟嘅，咁上路就真係算啦，好嘛？咁就係啊，不如轉一轉，係啦，轉一轉畫面，係啦，哇，已經有意義好多。我哋見到人馬攞紅 buff 啊，係啦，用咗半條血攞紅 buff。係啦，其實佢有重擊嘅，但係就選擇留住個重擊啊，因為佢依邊其實出咗就係有緩速嘅個重擊，咁啊留翻嚟驚路啊。而且咧龍已經差唔多有啦，如果用咗重擊而對面咧係迅速去攞龍嘅話咧，似乎就係好依度納布朗上到嚟針對依個嘅蓋龍，但你見到佢開咗 W 之後非常之坦啊，你即使話加兩招大內咧，仲未磨到佢超過半血，咁就夾硬踩入去加埋個點。還差一下技能的傷害，納布朗有沒有機會再踩多一下，喂原來看到這個 Q 不中，鎖鏈也不中，人馬及時救駕，一打二衝上去，不斷用招機轉攞了失彈，這個時候阿尼入都入到場的了，掛了點面上去，用一個深海巨流回到比較塔底的位置，一個 Q， 哇，這個前期崩盤的阿尼啦竟然可以這個時候追回，沒錯了，這樣也可以留意回這裡呢，啊，其實佢放咗呢個傳，哇！依度直接一個升龍拳升咗落去，上去，咁呢度兩下嘅補攻，喂，阿奇再次擊殺依個嘅明月風花。係啦，咁樣咧喺上路得到優勢嘅時候咧，下路咧亦都有少少失意啊，失去咗一條龍啊，咁叫做係一個回報翻俾對面嘅隊伍啦。咁呢度見到阿奇又係好衝動咁射咗佢兩下啦。咁二聲都回咗一個禮。喂，睇翻呢邊蓋倫入場啊！大家可以睇為依只蓋倫打打氣。蓋倫入場，直接俾人升起咗，之後佢豬插錯咗，插咗落阿尼身上，跟住佢仲係繼續彈緊下，呢度成功擊殺藍米之後，一個 TP 落到嚟，納蒂老師仲有兩秒就要入場噶啦，有冇機會拉中？拉咗落只冰度啊！好可惜啊！納蒂老師嘅入場咧，完全係蝕咗一個傳送啦，而且佢嚟到我睇翻依度先，依度有機會係參咗嘅納蒂老師，但係原來一個嘅人馬喺後面之後，依度飛啊直接係升起咗，擊殺埋添噶啦！
有冇機會再上第二波咧？見到七多利就亦都係食咗一個寒冰霸權啊！係啦，而呢度咧應該就放棄咗第二波啦。但係泰倫咧，始終佢有佢被動啦，蠢蠢欲動咧，係想咧再走上前咧。係啊，咁其實上路嗰波就話低估咗泰倫嘅坦度，即係其實泰倫我哋一直都咁低估一個英雄，其實就係講緊佢支援嘅 CC， 佢嘅傷害同埋佢嘅清線係比較嘅。但係大家唔可以忽視就話泰倫佢開咗 W 之後嘅嗰個坦度。坦度冇錯。係啊，即係你睇小泰倫乜都得，但你唔可以睇小佢幾坦。好，依度直接俾人定起咗，系咪讲错嘢啦？依度好坦嘅盖伦，系咪又会俾人杀到咧？唔系喎，好坦嘅盖伦竟然唔使死啊！我果然冇赞错你啊，盖伦好波。盖伦咧，绝对系我哋今场嘅一个亮点啊！虽然佢前期咧同呢个立大老师咧有数不尽嘅关系啦，但系咧佢似乎咧已经好决绝咁同佢分开嘅决定。哇！蓋倫今次真係可以睇翻，即係最後咪睇到嗰個承受傷害嘅、啊。相信佢今場遊戲其實係攤住咗大量依邊南方嘅傷害咯。係啦，咁樣咧呢度亦都可以留意翻，其實咧頭先上路啦 ，LB 同埋立帝老師咧嘗試去踏殺呢個蓋倫咧係相當之不智。喂，會唔會即係話見到依邊可能 Coffee 入咗決賽即 ban 蓋倫咁樣咧？我相信好有機會啊！下一場咧對柯温，唔好意思，柯温對住柯温咧，對住柯温嘅選手真係要留意蓋倫喎、啊。係啦。真係勝也蓋倫，敗也蓋倫啦。依家就唔知道敗定贏啦，但去後尾咧，我哋就知道究竟蓋倫會唔會係我哋今場嘅一個重點啊？係啦，即係我哋依邊兩位主播啦，都給予咗蓋倫係相當高嘅評價同埋期望啊。咁喺度再次撞起咗一個嘅阿尼，有冇機會升起佢咧？但係人馬又喺附近，你可以見到就話人馬咧每次都閲讀到飛艾嘅嗰個驚鯨路線。係啦，其實人馬都喺今場咧都係一個相當好嘅支援啊！即係話逢係有飛艾到的地方，人馬一定在附近。是的，似乎呢他們都有隱藏的一些愛情關係。哇，即是你們獅子這麼複雜的，這裡有一批，那裡有一批，也都可以說就是呢、這個人馬呢老是常出現在這個這麼細。好，這裡其實立帝老師血量不多的，這裡嘗試又去驚隻蓋倫，你兩個蜜公英去驚隻有火甲的蓋倫，人馬進來收頭了。哇，直接一把大劍篤死了。喂，依仲要有機會蓋倫再收多個人頭，咁呢度睇下14呢嘅蓋倫會唔會入去做一個坦塔啦？咪一嘢捅埋佢，再轉，仲有200血嘅蓋倫仲擠下寶光，點咗落座塔度。其實呢度咧人馬都相當之危險啊！佢頂咗塔啊，而唔係蓋倫去。係啦，其實就應該蓋倫頂塔嘅。係啦，但不過咧呢度咧都冇辦法啦，因為咧嗰下情急之下啦。同埋大家就唔好誤會，點解話蓋倫最後一下係選擇點塔唔係點人？嗰下係慶祝嚟嘅啫，你諗下佢內心幾著弱，佢選擇係點嗰個塔，佢慶祝一下，哇正，我又攞頭啦咁樣。咁喺度，終於啦，紅隊喺上路攞咗個外塔之餘啦，下路亦都係伊澤瑞爾同埋嗰個雷歐奶攞多咗啊。冇錯啦，咁樣咧呢度就可以見到啦，其實經濟上咧，我哋咧科温嗰邊咧，我呢度納布朗又係正面去上呢只阿尼啊，但係今次又冇咁容易啊。科温嗰邊係暫時領先咗咧，有3K 咁多噶啦。我咁啊，都膠著過今場，即係相對嚟講係算係精彩嘅。廿六分鐘係出現咗16個人頭之多啊！冇錯啦，咁比之前兩場咧係精彩好多，咁亦都你咁啱又理想賽，理想場又精彩咗啊！我好精彩啊！我喺度相當之精彩。咁呢度咧見到納布朗已經即刻向前。納布朗有冇邊度攞到一打一？納布朗被反殺啊！呢度係一個交換嚟嘅，但係依個斷線仲未完嘅，因為依個嘅多年又一次嘅錯位俾人虛弱咗之後，用一個嘅前衝咧翻返去塔底嘅地方啊！係啦，咁呢度咧亦都要讚一讚阿尼嘅，咁因為咧就係、是、雖然阿尼咧前期咧俾嗰對孖寶咧就騷擾咗好多次啦，而且咧一開始就打一個020啦，但係咧佢依家咧竟然咧成功咧叫做單殺翻你嘅 LB 啦，其實咧佢優勢已經開始。我睇翻呢度直接升起咗一個伊扎瑞爾，全部人應該依個時候係 focus 喺 AD 先啱啊，但係佢交咗一個閃面離場之後，得翻只好坦嘅蓋倫俾人虛弱咗，你見到就係無動於衷，就好似穩如泰山，你打都打唔喐啊！呢只蓋倫。冇錯啦，咁樣咧呢度亦都可以見到啦，對面咧其實咧。對於科菲嚟講，佢嘅戰略咧，我相信佢咧應該就係要出翻呢個麥川嘅攻啦，咁、啊、樣咧先至可以打得入呢個泰山咁勁嘅蓋倫。教大家識
打一定打坦，一定是打曬傷個兩個蓋倫。我哋咧對坦咧真係有愛有恨啊！係啦，咁啊依度其實七七多年，其實佢應該係要轉一個嘅坦裝。見到就話佢出完一個嘅jungle 裝備之後啦，佢選擇出黑切，但係問題就係佢依家入場就會俾人融化。係啦，佢就唔係佢切人啦，就係人哋。係啦，黑色切割者就係俾把武器人哋切佢，係嘛？咁啊調翻轉喎，依把嘢就睇嚟，咁就啊依度冥風花，誒又好難讀啊！冥月風花就見到依邊嘅藍米啊，咁一個水泡唔中之後，其實可以反身再上，咪見到個冰拳嘅傷非常之高，再一下叫令到呢個藍米殘血，但係前面納布朗收翻依就算人頭，以後就見到啊偉迪追即入場噶啦，第一個人馬亦都係食花生睇嘢嘅啫。咁樣咧，呢度拳戰似乎仲未完啦，似乎咧今次又係一個食用嘅機會。不過咧，呢度咧就可以見到啱我讚嗰個。喂，睇翻呢度先，喂啊！咁啊，呢度啊，納布朗翻翻嚟佢自己原本嗰個位置，咁啊俾人擊翻轉就，哦，咁呢個人馬亦都一下撞死咗只阿尼啊！咁個拳戰真係未完嘅喎。呢度咧係一個相當之好嘅配搭，其實咧佢哋應該係好穩定咁樣可以食到龍啦。係啊，你見到就係話飛艾都要敬畏只蓋倫三分，咁坦嘅蓋倫你敢唔敢落去偷咩？係啦、啊，我就唔敢啦。係啊，我都唔敢、啊。其實咧前面嗰度團戰咧，亦都可以見到阿力其實。喂，睇翻喺度直接閃現嘲諷，係啊一個差，唔係又講嘲諷，係。係啊，咁就浪費一啲閃現啦。可以見到咧，其實阿力本身喺龍入邊咧係冇開到大技出去，有開咗。佢喺龍入邊咧，佢冇飛出去啦，佢就慢慢行出去啦選擇。咁呢度咧見到咧。藍隊科菲呢邊嘅外塔已經冇曬啦，三座外塔都冇曬。即係你見到個蓋倫坦到咧，係個水泡揼落去，好似沖緊涼咁，係一個沐浴，係一個舒暢嘅感覺。其實人哋打佢咧，佢都只係當拗痕啦，依家係咁樣咧。如果以而家呢個形勢嚟講咧，喂，睇翻呢度有咁嘅機會捉到飛啊！呢個參一個參又唔中啊！呢個未獲其實都窄嘅，但係都。即係話其實命中率都偏低，冇錯啦。似乎阿里都係呢個美服嘅支持者嚟噶，美服嘅支持者，係啊，北美支持者。OK， 咁啊 ，NA Charm 呢個位就好可惜，就係個戰局仲係僵持喺11-11。係啦，但係咧呢度亦都可以見到，其實咧雙方已經相差咗超過有4K 噶啦，4K 咧相差都相一部分當然係由於嗰個塔啦，依邊紅隊其實係領先咗座塔啦。咁啊，仲更加多嘅就係話，你見到呢只蓋倫上路係碾壓呢個立帝老師食兵超過50隻。冇錯啦，咁呢度咧亦都可以見到蓋倫嘅裝備咧，係除咗魔防啦，除咗物防咧，亦都有相當之多嘅魔防，仲有血添。係啦，咁樣咧其實又有物防，又有魔防，又有血。係啦，就好似你咁講，真係穩如泰山啊！係啊，咁就可惜佢唔係叫泰山啊，咁就可以考慮換個名啊。換個名，不過依家都貴啊！我記得改名嚟講，係啦，都好似要成萬幾蚊㗎，係啊，咁都。下場改名係嘛？叫穩如泰山啊！好可惜，就下場就應該唔係我嚟講，咁就應該其他主播就應該相當尊重呢位選手㗎啦。咁就到時就係啊，真㗎真㗎真㗎。不過咧喺呢度咧見到 Coffee 呢邊咧，其實已經連續輸咗有三次嘅團戰㗎啦。咁樣咧，希望咧咁樣唔會對 Coffee 一個太大嘅影響啦。咁樣咧睇下跟住落嚟嘅發揮，究竟 Coffee 可唔可以？係啦，咁啊 ，Coffee 其實今場嚟講個眼部都相當之好，尤其是防守方面，你見到自己野區其實個眼位好足嘅。冇錯啦，不過咧對面咧始終特進英咧係有好多啦，就好似啱啱咧佢哋已經殺咗人哋嘅 AD 為例啦，佢係想食龍嘅時候反而咧俾阿尼啦同埋咧人馬咧去擊殺翻呢個 AP 同埋 AD。係啦，咁啊依度蓋倫亦都係展現一個大哥嘅形象啊，一夫當關，企喺四個人嘅面前毫不怯場啊！咁啊依度亦都見到就飛艾喺側邊入場，但係冇辦法切到個後排之後，藍米用一個大絕係嘗試保住 Coffee 嘅全體成員，但你見到就話基本上依只蓋倫啦都唔會受傷咁滯噶，所以你有冇見過蓋倫收頭啊？我見過，我真係見過，咁依度就真係打出一個 triple kill。咁滯啊，咁啊好可惜，咁就攞到一個 double 喺度蓋倫。係啦，其實咧爭少少就打到一個 ace 啦，而呢個中路嘅二塔都冇咗。哇！依度再爭啲一下辣死埋個納布朗，係一個0-4嘅會戰嚟講啦。依度嘅科温係有機會攞水晶兵營啊。係啦，而呢度咧亦都見到蓋倫嘅坦度咧係有啲出神入化。哇！係咪想一波 G 咁兇硬啊？一波 G 咁兇硬。哇！你睇下蓋倫嘅坦度。可能啊，蓋倫咧相當之坦㗎。係啦，咁依度仲有三分之一嘅血量 ，LB 成功拯救世界，秒翻一個嘅伊達瑞爾轉頭。而呢個蓋倫咧已經坦咗塔咧太多血啦，坦咗超。喂，睇翻依度先，咁啊俾個重擊空一空。
咁啊，退翻比較後嘅位置，咁呢邊韋迪 JJ 其實都有一定嘅傷害喺度啊。冇錯啦，呢、這個其實咧，我哋呢場啦，主要都係睇蓋倫啦，但係咧，亦都唔可以忽視人馬喺呢場嘅。係啊，雖然我知道大家都係，你都係蓋倫嘅忠實 fans。冇錯啦，但係咧，人馬咧都係一個不可多得嘅人才啊。係啊。咁就今場嚟講，蓋倫同人馬的確係充當咗一個好好嘅前排。冇錯啦，因為似乎就係話菲艾同納布朗都揾唔到一個好好嘅辦法，可以係掂到依個嘅伊澤瑞爾。冇錯，不過咧，其實頭先團戰嘅時候咧，亦都可以見到納達老師咧，其實佢係用佢直接咧開呢招大技落伊澤瑞爾度，只不過咧冇人可以做到佢支援啦。即使咧呢個菲艾咧直接衝到去後排嘅時候咧，亦都冇輸出可以捉到呢只伊。佢可以做嘅就係拖延時間，冇錯，就是、等對面衝上嚟嘅嗰個第一波咧係比較慢少少。係啦。咁不過咧睇翻呢度啦，咁其實頭先嗰波團戰咧真係輸得太多啦。科菲呢邊咧輸咗兩座塔，一個水晶兵營，而相對咧科温呢邊咧，相信咧，我相信呢一場咧個大勢咧已經去咗科温嗰邊噶啦。咁亦都可以從個經濟上面反映到就是說現在，就係話依家科温啦，係嘛？科温咧其實就贏緊嘅，贏緊唔少嘅，去到即係接近差唔多有十 K 噶啦。OK， 今日有個700K 的差距喺度，所以尤其是 KV 位嚟講係領先得比較多。冇錯啦，咁呢度咧亦都可以見到啦，咁樣咧，似乎呢個阿尼咧就想係搏人啦，係啦，咁樣咧，究竟佢會唔會轉角遇到我咧？似乎嗱、似乎睇住個小地圖係啦，呢度有似乎有獵物出現啦，飛艾進入咗視野範圍，直接俾人哋參中咗一波打落去之後，扣到半血以上噶啦。好，直接撞翻轉頭先啊！依度升起咗菲艾，但後面嘅雷歐娜亦都係做咗一個分割戰場嘅效果。依度六索過爭一下，俾菲艾攞埋人頭之後，人馬喺後面咧逼咗個嘅金像出嚟，亦都係俾個火甲燒死埋。依度咧就成功係打出一個一換二啊！冇錯啦，咁呢度咧未完嘅，未完嘅，咁依度仲係打出一個嘅 triple kill 添。呢度咧就見到啦，下路其實咧係一個好好支援嚟嘅，雖然咧頭先咧。飛艾咧，佢喺草叢入面咧有一個很好好嘅反擺，飛打咗落去嗰、那個，打咗落去。哇！你見到呢只蓋倫真係應用到係無視呢個納蒂老師嘅傷害，點呢個內防禦塔啊？無視呢個塔啊！似乎咧佢已經成魔啦。係啦，咁啊依度出得關㗎啦，依個嘅蓋倫，因為只要其實佢坦到去，譬如話三成血、兩成血，佢即刻行翻出嚟。過咗嗰個時間，佢回翻上嚟，佢再入場打過。而且佢仲有好戰之甲咧，佢回血嘅速度咧係相當之高啊！可能甚至係快過納蒂老師回城再出翻嚟啊！係啊，老師都唔夠佢搞啊！冇錯啦，真係變老鼠咁似。係啦，咁就咦，你又接我依個 gap 喎？係啊，依邊啦，見到阿奇食都係後面嘅風采就稍微個光環係弱咗少少啊！咁就嚟到呢度只可以比較慘痛咁樣係清翻少兵啊！而後邊嘅嘢都高温亦都成功咧攞到佢變咗，成功攞咗佢嘅第三條龍啦，相對咧就攞到一個跑速嘅加成，咁樣咧呢度咧亦都可能咧將會咧打最後一波嘅團戰噶啦。係啦，咁啊，因為都見到就話兩邊選手都停咗手啊，咁啊睇嚟即係話仲有一波嘅團戰可以睇啊。係啦，咁樣咧我哋都拭目以待啦。拭目以待啦。究竟係咪真係成日下蓋倫呢？敗下蓋倫係嘛？應該就唔會敗啦。我睇呢個情況就係啦。咁啊，依邊人馬同埋蓋倫咧，其實已經係超越咗十六咧。其實咁你相反望到就係依邊嘅Core Three 嚟講咧，其實就真係個經驗值上面咧落後得比較嚴重啊。冇錯啦，最低嘅南美咧只係得13咧咋，而蓋倫咧呢個大哥大咧已經有17咧。其實呢度差別咧相當之大。好啦，咁呢度其實蓋倫仲係分推緊一個嘅上路嘅，咁其他隊員喺中路係處理緊個超級小兵。咁呢度亦都唔係話仲呢只藍米瞬間蒸發咗啊！咁啊切呢個魚生嚟食啊！藍米咧佢我睇翻呢度蓋倫啊，話喺咁啊，亦都係唔驚你嘅，直接係跑到去下路嘅嗰個小兵。喺度喂呀，咁啊喺度納布朗嘗試一波去秒呢個，但係呢個四打五嚟講都夠膽可以見到，亦都科菲係有膽識係同你打個交換啊！但可惜就話納蒂老師喺前面係好坦啊，但後面冇人可以跟進個傷害啊！咁呢度七七多嚟就快頂唔住啦，又有冇機會入場係切死呢個嘅？喂呀，一把劍殺來真係秒到飛艾啊！咁啊，仲有納蒂老師亦都係小命難保啦！咁喺度蓋倫打出一個嘅 double kill， 亦都係阿尼打出一個嘅 double， 咁可以波話係一個 clean ace 啊！咁樣咧，相信咧呢邊食完水晶，直接已經選擇去知得噶啦。呢個係啊，
呢個主營啦，咁樣咧主兵營打咗之後咧，咁就應該就係呢一波咧 GG 噶啦。好，咁呢度南米直接開咗個海浪出嚟噶嘛，表演性質嘅啫。咁呢度伊達瑞爾啊，窮追不捨，係都要攞呢個人米南米嗱人頭攞到添嘅。咁呢度24-13，37分鐘，咁啊柯韻越接越勇，今次淘汰埋柯 B 進身決賽。恭喜柯韻啊！亦都咧好多謝柯 B 喺呢一場入面咧為我進身四強進身四強啦。亦都好多謝柯 B 咧喺今場入面咧為我哋打咗一場好精彩嘅比賽，亦都特別鳴謝我哋兩位嘅女子嘅下路組合啦。咁樣咧鼓勵你哋身邊嘅女仔朋友參與我哋呢個 LOL 嘅電競比賽啊！好啦，咁啊再次恭喜！獲勝的柯韻，而柯 B 亦都唔使灰心嘅，因為你哋嘅實力咧，亦都係俾 CT 學生睇到，就係話係相當之強啊。係啦，你有冇去過其他大專院校做過比賽呢？咁啊，我去過譬如話 Poly 嘅，咁就 Poly 即係都講過，上個月就佢哋舉辦咗一個叫 Poly League、Poly U League 嘅聯賽咧，咁就分別有英雄聯盟同埋話爐石戰技兩個嘅項目。咁我當時咧就會為佢哋英雄聯盟嘅嗰個決賽就解説咗啊。哦。咁啊，你即係叫我比較下兩邊邊邊勁啊嘛？其實我就唔敢做一個比較，因為咧呢啲咧就係好睇。即係你想睇我講邊邊勁啊嘛？不過咧就想睇下，想問一下咧就係、是。咁樣講嘅話咧，咁其實咧，我相信啦，其實蓋倫呢只英咧由 S1 其實一開始就喺度啦，係元老級嘅英雄。係啦，咁樣咧，其實都元老級都益咗嘅骨灰級嘅英雄嚟。係啦，咁亦都喺我哋呢一場入面咧，擔當住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咁樣咧，其實你喺其他院校亦都會唔會成日話見到蓋倫呢一隻英雄咧？係啊，咁啊，未買蓋倫嘅朋友，依家真係大又平又易用，係咪啊？係啦，你都心動啦，見到呢個蓋倫617嘅戰績，13嘅 KDA， 你敢唔敢信啊？咁就可以話咧，今場蓋倫有一定嘅存在價值，亦都係即係見到佢係操作到呢只嘅英雄。冇錯啦，但係咧亦都可以睇翻咧，人馬咧其實都相當打得相當都唔錯。啱咧，如果係617係13個 KDA， 你唔信嘅話咧，咁樣7-11-18呢個 KDA 咧，你可能覺得你發緊夢啊！不管你信不信係嘛，反正我就信了呢個 KDA， 咁就其實我講咗三場都口乾㗎啦。咁啊，呢個時候不如休息一陣先。咁啊，翻嚟我哋睇第四場嘅比賽，亦都係咧會決定決賽席位嘅一場關鍵賽。是啊，辛苦曬。哇，好攰啊！拎個嘢跌咧，我咁樣拎咗40分鐘。
三節嚟講，你立帝老師再加貪文奇，就逼就係避免對網一波傷害。根本嘉文一粒落去，佢係冇辦法嘅。就要自己 carry 曬，帶住嗰個風向啦，大風向行到上大風向，咁啊滾個雪球落去啦。咁阿奇亦都出個標準套路啦，見到就話立心之牙之後，其實都考慮緊出冰杖。哇！依邊二十分鐘睇嚟，今場都打得好慢喎、啊。咁就因為大家都知道 S 讀咧，你覺得一般依家其實幾時完場？會唔會都係快？通常二十零分鐘開始打交啦，咁之後睇下佢通常三十幾分鐘開始就會睇到一個比較明顯嘅高下出嚟。係，咁我可能睇職業比賽睇得多啲，我可能就覺得話二十幾分鐘已經係差唔多，係進入一個尾聲咁滯，咁所以呢度真係相對打得比較慢，亦都係解放咗出嚟嘅波比之後咧開始遊走啦，而佢依家身處嘅草叢咧係冇眼嘅，咁好睇一個失雷西啦，又冇得閃開啦，但係因為佢冇閃嘅關係，其實呢邊希維爾打得非常之保守喎。呢個波比直接現咗身添啦，佢行埋出個線上就係擺到明月推線，因為大家可以見到就話小龍仲有分半鐘，咁啊依段時間如果可以把握到，例如話何偉啦或者對面野區嘅個視野咧，係會係最好嘅。咁好聰明嘅一個行動就話將線全部向上推，爭取視野，然後你有兩個選擇就話你可以打啦，或者係咧做一個 base 等對面入嚟咧做一個單足啦。好啦，咁啊，呢度終於將全部視野清光曬噶啦，紅隊喺依邊嘅視野爭奪戰啦，已經係完敗，可以見到呢個位置。小龍仲有四十秒的時間，但係好唔好彩就喺呢個時間啦，下路塔係俾人推咗啊！咁至於就係話納布朗第二件大裝，其實都見佢卡咗好耐。咁照到你廿二分鐘差唔多都要成型啊嘛，睇下佢可唔可以趕及喺小龍之前啦，咁就做得出嗰支心願出嚟，因為嗰個傷害係爭好遠啊！都打得好沉穩啊！話今場係冇乜嘢特別嘅 game 或者去開團啦、啊，去到二十三分鐘正常就應該睇翻呢度，直接係上位，呢度已經殘血噶啦。咁啊，胡迪退咗之後，李星入場幫手，但係直接俾個空心防壁推翻轉頭，呢度閃面拍地板，但係亦都係俾個點燃蠟燭。呢度又開咗光盾啊，頂唔住啊！波比入場諗住收翻呢個布朗嘅人頭，但係咁樣零距離拉歪咗啊！咁就呢度一個虛弱凹落去，令到呢個加文士石都做翻個退場。阿欣喺側邊亦都係食緊花生睇戲嘅，完全係唔夠膽急入去。咁希維爾嚟到支援之下咧，咁呢度亦都係損失一座綜合啊！我哋啱啱話佢沉穩嘅，佢即刻打交，即係果然同大家認識嘅 City 學生一樣，都係激動啲嘅。咁就依個位開咗個小龍，咁啊見到納布朗仲有十八秒嘅時間先會翻返去現場嘅。咁啊依條小龍其實五打四可以選擇開戰嘅，波比一個人頂住三個，依就算一係面係咁 A 已收第一個人頭，有冇機會追埋加盟四世？一見到佢閃現埋去收埋第二個人頭唔得喎，咁啊見到佢紅追不捨之下都係追緊只加盟，有冇機會再 Q 一個 Q？ 哎，唔使啦，依埋去普攻，咁好靚，見到佢嚟到301嘅戰績啦。其實啱啱嗰個團戰就南方就處理得好好啦。
伊澤瑞爾就喺後面完全可以做到一個輸出，反觀咧希維爾一直俾人追住咧係完全輸出唔到。應該咁講啦，你話南方處理得好，我會話紫方處理得差，因為本身納布朗已經死咗，依邊其實好清楚，科拉好清楚自己一個四打五嚟嘅。他知道自己根本是只可以拖不可以打，其實他們可以的做法就是等到小龍二千幾血的時候入去是搏一個 smite， 或者是嘗試用不斷用大技，譬如說布朗武的冰河龍爐嘗試是拖延對面的節奏，等納布朗是回來的戰場，但似乎他們是直接被人開了戰，可能他們處理得沒那麼好，也都站得比較近差的企位，因為他們完全站在球比前面，他們沒辦法接觸到後排，你都講過就係話，即係希維爾咁俾人篤。相反咧，即係伊達四爾就係咁 A， 所以就見到個差別喺度。但係都犀利嘅，因為我哋見到就話嚟到二十六分鐘，依家其實嗰個經濟啦已經係拉到嚟。5K 五六千元左右，五六千元，其實你看到就話都仲守得住下路嗰一頭，都未跌，即係其實個節奏嚟講，真係比想象中慢好多。因為之前朝到你攞住五 K 又嚟到廿六分鐘，冇理由話連下路塔都推唔到嘅。喺廿六分鐘，即係兩邊都未有諗住發到一場新嘅攻勢啦。係啊，其實呢邊可以打試下推頭或者打巴龍，或者男隊睇下有冇。咦，好啲喎，我自己教完。O K， 係咪？教正啲我啊！精準啲咯，唔該你啊。男人最就嘅唔精準，係啊，搞錯地方。咁啊，今場係 call 幾多 ？call one， call one， call six， call one， call six。call one 係邊邊啊？呢邊係咩？佢哋係 call six， call six。係開始咗先啦。好。好啊。有小提示嘅，如果在場人士咧，就盡量唔好用 City Hall 嘅，即係呢個 City 嘅 WiFi。熄咗先。咁我哋有啲選手咧係會用緊 City 嘅 WiFi 嘅。係啦，咁啊。啱啱工作人員一個温馨的提示之後，希望就大家避免就話扯走咗依邊選手的嗰個網絡流量啊，提供佢哋最佳的一個競技環境俾佢哋。係啦，咁樣咧，佢哋競技得好，佢哋嘅網絡佢哋打得好，我哋睇得我哋講得好，咁你哋睇得開心啦，係咪？咁係一個相得益彰的一個做法嚟嘅。咁啊，大家即係稍微即係用少啲，或者你用都 OK， 就唔好話睇劇啊 ，download 套戲落嚟啊，依啲時間段就係啦，唔好睇嗰啲乜嘢 THIS 嗰啲啦，就唔好睇啦，係啦，咁樣咧咩你解釋下，你解釋下，你解釋下，你解釋嗰啲網站，即係有啲網站有片睇嘅，咁啲片嘅流量咧都相對大嘅。唔好睇呢個網站啦，唔好睇呢個網站，睇嗰個網站啦，冇錯啦，咁係啦，咁就。再次回到嚟咧，我哋香港城市大學第二屆聯社杯第一日最後一場嘅賽事啦。咁啊，介紹翻我身邊嘅 partner 先啦。咁啊，仍然係 Sefa 同我拍檔嘅。咁啊，至於我就係嚟自今次大會嘅 sponsor 香港電子競技有限公司嘅 Brian 啦。係啦。咁啊，兩邊都已經係似乎就準備好㗎啦。咁啊，依邊其實都講翻就話 Hall Six 啦，喺贏完第一場之後就稍作休息，嚟到依家先出戰啊。但係相反就話 Hall One 咧，精戰連場連場啊，咁啊先後淘汰咗 Hall 十一、Hall 一、Hall 十一同埋 Hall 三，咁就嚟到依個四強嘅位。咁啊，但係其實佢哋今日如果入到決賽咧，係有一個著數喺度，因為佢哋比聽日入到決賽嘅嗰隊咧係多一日休息，冇錯，亦都可以睇到就話聽日嗰隊打成點。係啦，但係咧亦都有一樣嘢係要考慮嘅，就係因為啱 Hall
柯韻係已經打咗兩場啦。其實今場咧對佢嚟講係第三場，其實我覺得咧係相當之吃力嘅。係啦，但係其實我哋大會都係好人道化嘅，係我哋場同場之間都係有俾休息嘅。冇錯啦。係啦，咁你就啊，係啦，都叫有得唞嘅，係咪？咁就。柯韻依邊相對辛苦啲，但係就可以話佢哋本身嗰個種子位置啊，唔係咁有利，擺到係比較較後嘅一個彎彎嘅位置。其實如果佢哋係本身好少少，係有機會喺彎 two 嘅話咧，咁就相對會舒服啲。冇錯啦，咁亦都可以提翻啦。咁頭先咧佢哋嘅比賽咧，其實咧唔知柯韻有冇睇過啦。咁樣都見到咧，其實柯色咧佢有幾隻。好主導嘅角色啦，就同你哋啱嘅比賽咧一樣嘅。咁啊，重複翻 Hall Six 嘅嗰套陣容啊，佢哋第一場嘅用上路嘅波比打野嘅趙信，中路阿奇爾，咁啊亦都係 Eset 配埋塞雷西嘅一個下路。咁啊，依度啊 show 咗一套底牌出嚟，但係其實 Hall One 依邊亦都係蝕底，佢 show 咗兩套嘅底牌出嚟。係啦，咁但係咧呢度亦都可以留意翻咧，就係咧其實咧佢哋。咁樣嘅陣容，進入 band pack 啦，進入 band pack 啦。咁啊，邊邊係男隊嘅工作人員今次？好，咁啊 ，Hall Six 喺南方嘅位置，依邊就係我哋嘅 Hall Six 隊伍啊。咁啊，我左手邊嘅依邊就 Hall One， 今次咧係會喺紫方嘅位置啊。冇錯啦，咁樣咧，頭先上一場，頭先上一場為我哋帶來無。為我哋帶來無數歡樂嘅蓋倫啊！係啊，咁啊兩隊都要加油啊，因為進入到決賽，哪怕你第一位、第二位嘅名次都好啦，咁你基本上已經袋咗隻貓屎或者袋咗個 headset 內袋㗎啦。係啊。咁所以今場你贏咗就已經係有獎品拎翻屋企啊！加油啦！咁樣咧見到佢哋最頭 back 咗個三隻 pack 啦，其實都係頭先咧柯色佢打比賽啦，同埋柯韻佢哋打比賽嘅時候咧，最 OP 打得最好嘅幾隻角色。係啊，即係波比同蓋倫見唔到啦，今場亦都係將個克林啦係封鎖埋嘅，咁所以依邊柯韻啦係一定要拎出另外一個嘅陣容出嚟啦。係啦，可能咧就換人打呢個 JG 嘅位置啦。咁亦都見到啦，伊澤咧係俾人 ban 咗啊！嗱，咁喺大路嘅 pick 嚟講咧，見到就話露露、蜘蛛咧鏡走啦，同埋一個嘅亞歷斯塔，其實都仲係 open 嘅，咁就考慮一下兩邊其實會唔會係 ban 啊？咁喺度真係 ban 咗鏡走，好似有聽我講嘅喎，咁啊 ban 咗鏡走，咁喺度紫隊會 ban 乜嘢咧？其實可能係唔知 ban 咩好啊，聽我哋建議。好，咁呢度紫隊即係話柯韻咧就 ban 咗柯色色第一場用過嘅阿奇爾，咁啊睇嚟就係根據翻一個往對往對戰嘅一個數據嚟睇啊。喺嗰一場入面咧，的確波比同埋阿奇爾咧做咗一個好主導嘅。喂，睇呢個 band pick， 直覺覺得認真咗喎今場，因為大家冇記，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第一場係 ban 天舞啊，呢邊柯色就係直接 ban 天舞，咁今場似乎就真係有認真起嚟啦，咁啊兩隊加油啊！冇錯啦，咁啊咧呢度咧，佢 band 英上咧，似乎係咪有啲線路嘅問題，定係佢係純粹係想拖延下時間，等我哋好啦。咁啊，仲有16秒鎖咗個塞雷西落去，咁啊亦都係一個好標準嘅一個輔助先 pick 嘅手段啦。咁呢邊就仲有亞歷斯塔同埋布朗姆兩隻嘅可選擇啊，咁啊睇下會唔會揀啦。咁啊咧。見到似乎先搶立帝老師佢出嚟啊，係老師出嚟咁啊，教訓下啲學生啊，今次冇錯啦。咁啊，會唔會用菲歐拉呢個聖金老師去對抗佢咧？咁啊，睇下啦，立帝老師 pick 咗嘅話，其實再加一隻冰雞嘅話就好後期噶啦。咁你如果揀一隻中期少少維克特，就可能會好少少。冇錯，而且維克特嘅 AOE 傷害咧，其實都可以媲美阿奇爾噶，或者媲美冰雞都得。因為佢本身嘅混沌風暴咧，其實個傷害好高嘅。但係其實個人覺得就話喺咁早呢個階段去揀一個中路咧，唔係一個明智之選啊。冇錯。嗱，你話咁早揀路西恩又係咪一件好事呢？因為就話譬如話好運者呢啲 AOE 嘅，或者希維爾呢啲你想搶嘅英，咁就可能會比較啱啲，因為你有個心頭號喺度。係啦，的確咧，佢就真係揀咗維克特。係啦，穩陣啦。係啦，咁亦都可以揀下維克特咧，佢可以一開始就可以買到佢一個被動嘅道具啦。咁樣咧都提供到幾多嘅呢個魔攻俾佢到18咧。依邊其實就既然大家認真起嚟，我都認真講啦，就先會 pick 一個嘅
JG 位咧會比較好嘅，因為你 ban 咗鏡爪，而你唔去搶蜘蛛或者搶一個格雷夫打嘢，其實你前面所花費去 ban 鏡爪嘅依個成本咧係代價係高咗。咁啊，依個位置其實你應該係 pick 一個嘅理性啦 ，pick 一個。JG 位啦，總之就，然後再補一個嘅上路去應對納帝老師，留翻後面兩個 pick 俾 ADAP carry， 但似乎可惜就冇咁樣做到啊。係啦，而佢呢邊咧，似乎都會用翻佢第一場啦，都有一個相當多文能嘅趙信啊，咁樣咧，唔知呢一場會唔會再次見到佢啦？咁咧，佢嘅好朋友咧，蓋倫已經俾佢咧封鎖咗噶啦。係，今場就唔好提佢啦。係啦，咁樣咧就睇呢個趙信去捅人呢個菊花啦。係啊，咁就呢邊柯温亦都有危險啊啦！究竟面對一個趙信同路西恩咁重 AD 嘅情況之下，應該點樣 pick 咧？咁啊，其實呢個納帝老師嚟講，亦都係可以再配多個龍龜去打嘅，但係就睇下會唔會咁專注係針對翻一個物防方面啊？冇錯啦，就咁睇咧，柯西嘅呢邊 pick 咗三隻鷹咧，都係相對咧開戰係有一定嘅強勢。我揀咗啦，咁啊揀咗個雙 AD 嘅，咦比較特別喎，因為你維克特擺咗中路，咁呢個富奇同葵恩，葵恩會唔會真係走呢個 JG？ 葵恩就可能擺上啦，咁你富奇擺 AD， 咁就變咗一個立帝老師 JG 啦。但係咁樣嘅話，得單前排嘅話，其實柯恩係唔係好夠打嘅？冇錯啦，不過我相信其實咧，葵恩咧喺呢一季入面咧，其實有好大嘅數一數二最強嘅鷹。係啦，佢除咗走上路走 AD 之外，其實咧我亦都見過啦，呢個葵恩咧係走 JG 嘅，就唔知道會唔會好似我哋熒幕所料啦。應該比較罕見啊。係啦，葵恩走 JG。咁呢度其實亦都俾依邊嘅 Hotsix 啦，係考慮緊一個特朗德嘅。咁特朗德對上一個立帝老師嚟講啦，佢嘅大技可以好好咁削防，佢可以抽走曬依邊，就令到你唯一嘅前排，你立帝老師所有嘅防御值都俾依只嘅特朗德吸光曬。冇錯啦。咁不過咧，呢度柯温其實逼住要搶牛噶啦喎，因為你得單前排攤唔住，你如果唔補一個雷歐娜或者牛嘅話，其實就基本上好難打喺呢個位置。而柯西嘅最後一個 pick 咧，就揀咗呢個戴安娜，其實戴安娜咧係中路 AP 角色嚟講，相對咧叫做強勢。咁如果可以打到後期，其實佢一套月光啦、大技啦，打落去係直接蒸發人哋嘅 AD。好，咁喺度最後鎖定咗一個法力貝爾嘅上路，咁亦都係今次第二屆聯社杯啦首次出場嘅一個英雄嚟嘅。咁啊，由柯温嘅上路應該會去駕馭佢嘅。咁就立帝老師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就被迫係應該係調配去 support， 咁啊真係好似阿 Sefa 咁講，依邊啊係葵恩 jungle 啊，冇錯啦，咁葵恩 jungle 嘅呢個可塑性我都覺得好大，好大，但係佢都好脆，係啦，趙信入去揾佢咧，就應該爆菊花噶啦，係啦，係啦，咁就都直接嘅，我哋呢度都唔會轉彎抹角嘅，冇錯啦，咁啊。不過都值得留意嘅就係，如果趙信唔主動揾佢啦，其實葵恩佢自己咧有呢一個大技啦，佢自己嘅支援能力咧係絕對比對方優勝。咁就睇翻兩邊嘅陣容，啱啱就講完柯温噶啦，咁啊依家講柯 six 嘅，咁就柯 six 嘅陣容你就講啦，下路係路西恩配合埋塞雷西，咁啊打野嘅趙信，中路嘅戴安娜，然後咧係上路嘅特朗德，咁啊都係嗰句啦，依邊前排嘅英雄相當之多啊，柯 six， 咁相反就係我考慮話有冇人去補依個嘅路西恩。冇錯啦，咁而另一邊咧，亦都可以睇到啦，係有維克特、納帝老師、飛機啦、葵恩同埋呢個熊仔嘅，咁樣咧可以睇翻就係有熊仔啦，同埋有我哋呢個老師喺度啦。變咗大卡通片。係啊，咁樣咧好似可愛少少，吸引下我哋啲女性聽眾啊。女性聽眾咁又俾你兜到啊！咁就仲有話仲有兩分零鐘嘅時間，咁啊今場嚟講你暫時 ban pick 你睇好邊一邊咧？其實如果就咁睇咧，我佢哋嘅 pick 咧，我會比較睇好喺 Horses 嗰邊嘅。我幾驚你講你中立啊！我一定唔會啦，呢啲就雖然咧同兩邊都有少少認識啦，不過咧睇翻咧 Horses 呢邊咧，始終咧有一個後期好 OP 嘅趙信啦，而且咧特朗德咧佢喺上路咧都暫時係今季嘅霸主嚟嘅。咁啊，你睇就睇個陣容啦，我睇就睇支柯嘅。咁啊，柯温，我覺得佢有辦法可以過五關斬六將嚟到依個嘅四強咧，亦都唔係咧泛泛之輩咁，所以我散油嘅燈係啦。咁就柯温嚟講，我亦都睇好佢哋嘅實力啊。冇錯，但柯温咧，其實佢嘅 band pick 都唔差，佢有立帝老師同埋呢只熊仔咧做呢個
坦啦，其實紅嘅坦嘅能力咧喺呢個 game 入面咧，絕對係數一數二啊！你係咪要搞 get 啊？其實紅仔只要佢再帶餅乾出門，係啦，咁就樂天紅仔餅啊！哇！真係哈哈哈哈哈哈！咁都兜到啊！係啦，咁就紅紅嚟講好少出現，就算你話平時大家打台服。打國服、打美服、打韓服，甚至依家興起緊嘅打日服都好，佛力貝爾都唔係一個話上路常用嘅一個英雄嚟嘅。咪就係諗緊就話佢咩裝備啱佢出。如果你話好似平時出日炎斗篷，出一啲嘅墨甲裝，係啦，就唔係好啱佢。但係你話如果佢逼住走一個三速鞋，走死者肩甲，令到佢高移速可以入去抽翻條友出嚟嘅，但係依啲裝其實個 CP 值喺個 meta 又唔係咁好出喎。係啦，咁所以依只鷹尷尬嘅喎，有啲位其實咧對住老西恩嚟講咧係相對尷尬，而我平時咧我都有研究過咧只紅鴻啊，對我嚟講研究過啊，你點樣解剖佢？我會玩呢只火甲啊，平時食翻樂天紅仔餅啊，咁咧食會用呢個火甲啦，通常咧就會衝翻一件魔防甲啦，再加上就係、振奮盔甲啦，係一個佛力貝爾嘅core裝嚟嘅，係一個核心裝嚟嘅，因為佢可以配合埋佢嘅被動咧，係一次過回升個血量。個血量嘅提升咧，絕對咧喺嗰個團戰入面咧。再加上就話你依家如果點一個嘅十二十八零啦，或者係零十八十二嚟講啦，帶翻一個比較坦嘅天賦符文嘅配置嚟講，其實弗利貝爾喺依邊嘅一個召喚峽谷入邊咧，仍然係佔有一席位嘅。冇錯啦，通常呢一季咧，我相信弗利貝爾佢啦，應該咧依家入緊畫面，我相信佢應該會帶呢個不死之壓咁樣。不死之壓，即管睇下係咪啦。係啦，咁我哋過一排就會睇到一個嘅 loading 畫面，咁啊真係會揭曉噶啦。咁樣咧都。稍等一下，我哋就可以見到佢哋嘅。好，咁啊真係見到噶咯喎！咁呢時候佛力貝爾帶咗咩咧？不死之壓啦！真係好似你咁講啊！咁啊，中路嘅庫奇咧，同埋維克特亦都帶咗雷神力量，都唔意外嘅。咁啊，相反就奎恩其實佢要觸發雷神力量咧，相對比較難。冇錯啦，咁始終佢都係走呢個 JG 啦，但係咧奎恩佢一套咯，跳落去再加佢被動打落去嘅話咧。其實雷神律令咧都唔係真係太難嘅，係有少少困難啦，相比起其他用開嘅英雄嚟講。係啦，咁啊，依度正式進入我哋最後一場嘅比賽，亦都係今次賽事嘅四強賽啊！咁啊，由科温對上賀食，大家俾啲掌聲鼓勵下佢哋先。係啊，見到大家都蠢蠢欲動啊！係啦，咁啊，啲名字都好熟噶啦，因為見咗好多場，包括阿欣啊、魏永孝呢啲選手都記得噶啦，開始嗰啲名字。仲有西門啦、啊，仲有西門。西門之前咧打中路嘅阿奇，機動部隊 OK 嘅。哇！喺多謝你哋提醒我哋啊，係咁大家咧都係做翻一個保守啲啦，咁就睇翻兩邊嘅河咧有冇。係啦。咁啊，即係講緊兩邊嘅缺點方面啦。咁就固然之，依邊紫方嚟講就就會係話，譬如阿明月風花方面就破口比較大啲，因為佢經常都走錯位。咁你話如果依邊南方方面咧，其實就普遍比較平均嘅，就冇話特別一個選手咧係會特別容易成為一個缺口。冇錯啦，不過咧今場咧呢個風花啦，佢就唔再用呢個雷歐啦，用咗納蒂老師咧，其實相對嚟講都。有一定的坦度嘅，我比較擔心就係話納蒂老師佢哋係想搶亦都搶到，但我覺得佢哋嘅原意咧就唔係話俾一個嘅 support 用，明白？咁就會唔會個熟練度係有咁高啊？呢個就睇佢哋其實佢哋自己本身有冇練習過呢只鷹啊？定係就好似佢哋咧都難喎，依家射中間咧都忙喎，都有我都相信佢哋都唔係好勤力學業嘅啫。喂，你咁樣講嘢嘅，同埋我相信大家都係好學生嚟嘅。為咗今次呢個比賽咧，佢哋都好努力咁訓練嘅，佢哋認真對待。廢枕忘餐係咪？日打夜打咁就係啦。亦都喺度同大家講聲復活節快樂啦！即係紅一嚟講都翻嚟睇比賽嘅，冇錯啦。或者你本身喺上面瞓緊啦，都支持大家嘅，都支持嘅咁就。遊戲正式開始咗噶啦，咁呢度就一個正線開局啊，咁啊趙信嚟講喺地圖下方，咁啊相反嚟講啦，奎恩嚟講就用一個紅北開頭。係，咁呢度咧都見到啦，上路仍然係兩隻坦啦，冇嘢好講。咁呢度成功好容易就發咗呢一個雷神律令啦，唔該你啊。
係啦，咁啊，副旗嚟講特別易觸發，因為佢個格林機關槍啦係散彈嚟嘅，咁啊不斷飛嚟講，係啦，基本上一辣中就會開到雷神咁滯㗎啦。不過如果佢要衝到咁前嘅，其實好容易就俾呢個失雷失勾中啊，其實咧都有啲危機㗎。咁啊，同埋另外一樣嘢你要睇就係睇個抗壓啊，因為中路你睇翻呢度下路換血，立特魯斯定住咗個機動部隊啊，咁啊呢個位亦都係。亦都係冇太大嘅嘢會發生啊！咁啊，吊命，吊一吊啊！係啦，咁呢度咧見到啦，咁其實頭先咧機動部隊嘗試去打出一個好好嘅開始啦，而呢度咧直接就將呢個朗登咧掉入塔入面啦，食咗一下塔傷都傷嘅。我啱啱講緊抗壓咧，就係講緊中路嘅西門拿冠軍，因為佢嗰路本身近攻打遠攻咧，其實就好考佢點樣打一個嘅。維克特點樣可以保持到嘅食兵？冇錯啦，咁呢度咧亦都好考呢個西門嘅功夫啊！究竟不過咧，去到六咧就知道究竟係邊一個會贏啦。因為咧六咧嘅時候咧，當呢個戴安娜啦係有呢個大技咧，其實咧對於維克特嚟講咧，絕對係一個好容易俾人秒嘅時機嚟㗎。好啦，咁呢度其實啊，明月風花係上咁咪上咗三，咁咪直接係一個勾中咗魏永孝嘅。咁呢度機動部隊就還以顏色 A 翻對下，但係都係冇乜嘢發生。係啦，今場咧就似乎係下路比較精彩啲啊。呢度一碌柱頂起只巷，咁啊直接上去搏多嘢，咁啊回翻去，但係俾人翻入塔喎。咁呢度其實Woody Bear 咧，佢儲滿三馬之後，嗰個嘅 W 係痛啊。冇錯啦。而且咧，佢打佢呢下咧係會有一個加速。睇翻呢度，明月風花又上拉啦！今次再次係由魏冠孝做一個嘅精女啦，係擋翻轉頭。呢度又拉翻個立帝老師轉頭啊！咁喺度，綠索哥都係嘗試係 pop 翻個雷神的令啊！似乎咧，立帝老師趙信趕緊落嚟啦。要位睇唔到趙信，但亦都俾人勸退咗啊！冇錯啦，咁睇嚟咧，立帝老師呢個體型大嘅優勢咧，係絕對對我哋呢個失禮西咧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啊！冇錯啊，你個勾咁細，係啊，我咁大隻，係啦，咁你點都係拉中我。呢度葵恩直接係上嚟做一波驚，佢係有紅 buff 嘅，咁啊睇會唔會交閃啊？因為紅紅其實呢個位交閃嘅話，好有機會殺到，咁啊問啲啊。冇錯啦，其實咧，依邊佢距離個塔底爭太遠啦。如果你早啲交閃翻佢轉頭嘅話咧，係慢慢 A 到 A 四。呢個頭係好，應該係好有機會。係好穩陣嘅，其實。不過咧唔緊要啦，再接再厲啊！四強賽緊張。係啦，緊張好多啊！下路都已經打咗三轉啦，五分鐘未夠啊，依家啱啱好。咁啊，睇翻依度，富奇咧做埋最後嘅清兵，其實魔量都唔多噶啦，咁應該要翻去回補啊。見到上路呢個特朗丹已經開了個傳送㗎啦，咁樣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喺邊度？阿欣咁就阿欣出嚟 say 個 hi 啫，咁啊又翻去個草叢入邊啦。咁樣咧亦都可以睇翻啦。但其實佢個名字我咪要讀兩次阿咧，因為佢 A R 又係阿欣。阿欣，阿欣 ，OK。即係可能心有餘悸啦。OK， 咁啊交俾你噶咯喎，陣間讀呢個名嘅時候。係啦，阿欣啊。係啦，我驚反而係耽誤咗兩秒鐘嘅時間啦。係啦，個團戰已經過去咗啦。係啦，係啦，咁就算啦，我哋都係講翻啲正題先。咁樣咧就見到中路啦，又有一個拼啦。咁似乎咧，戴安娜咧喺龍兵上，咦龍戴安娜咧前期咧龍兵咧冇輸啊，冇輸喎。係啊，咁啊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呢度機動部隊喺一個信報嘅期間俾人哋啊嬲中咗，但係亦都食翻個燈籠轉頭，咁啊變相對面係浪費咗一個嘅虛弱啊。冇錯啦，咁呢度咧其實咧都見到葵恩咧，其實如果冇中個燈籠嘅話咧，葵恩係會趕出嚟支援咧，執到一個頭啊，有可能。係咁就個預判係靚嘅，係啦，係啊，咁啊直接係估到佢想醫嗰個位置，咁亦都見到佢啱個燈籠其實係放得好快啊，咁亦都不得不讚呢個立帝老師勾中咗呢個老西恩之後咧，佢哋嘅支援啊好快，作得好好。咁喺度西門拿冠軍用一個 Q 啊擦中咗對面嘅維克特，但見到就係話佢不斷係受到一個騷擾啊，咁啊上路嘅。弗力貝爾咧，亦都係唔夠特朗德打。暫時唔夠打啦，因為佢弗力貝爾咧已經翻咗去買咗個火甲嘅初型。我哋睇翻喺度，阿欣喺後面插到埋嚟噶啦。咁樣弗力貝爾六咧，直接交咗閃面，但係佢個被動回得非常之多血啊。咁啊，仲想係嬲翻依個嘅特朗德出嚟打交喎。係啦，哇！其實呢度咧，紅咧係絕對有機會咧做一個反殺嘅，相當之好啊！心都嚟一嚟係嘛？望到個位，佢開咗大技就順便食埋兵啦。
好咁啊，呢度開咗個大技，就有一個電效果、觸電效果噶嘛，係咁立埋曬小兵咁啊，清埋呢波兵嚟講，佢上路仲係輸緊嘅。冇錯啦，咁可以見到就話今場中上路啦，咁喺Hot Six 嚟講，其實佢哋好似乎個基本功比較好。好啲啊！我睇翻呢度會唔會打死了死咧？重擲一下啊！幾時都話咧，野怪咧就係你哋嘅第六個隊友啊！哇！依邊果然呢一隻自己野家自己家嘅野怪咧，就成為咗人哋嘅第六隻隊友啦。係啦，咁就真係。呢边其实如果话柯色成佬咧，要请个四长食饭喎，冇错啦。咁以后玩咧都阵间宵夜个四长有份啊。系啦，咁要拜一拜喎，咁样四鬼喎。好啦，咁呢度又系出嚟勾中咗一个嘅路西恩，呢度今次揿唔到灯笼啦，交一个嘅字语向后拉。咁啊，绿索哥继续向前追击，但系佢又心郁郁想打翻隔篱嘅魏永孝啊。咁啊，见到就喺犹豫嘅期间咧，就叫走得甩。系啦，已经系。我覺得太遲了，我覺得呢度就係有少少。點解你下下都要用愛嚟包裝呢？因為咧咁樣聽咧，好似幸福啲，有啲刺激。係啦，咁呢度拉中咗六十個，順勢一個嘅傳送開團㗎啦。咁呢度立帝老師個位啊比較差，咁啊西門拿冠軍一 Q 一 R 直接係黏住咗依個嘅飛機啦。咁後面一個傳送落嚟，咁啊取消咗。取消咗啦。呢度好似俾人 cancel 咗喎，咁睇法就似係特朗德一支柱咧就直接頂到佢 TP 唔到喎。冇錯啦，咁樣咧都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咁見到啦佢下路嘅兩隻已經走咗。係啊，你 TP 埋都係送。係啦，反而嘥咗自己上路嘅一啲兵啦，同埋有可能俾人推到個塔啦。係啊，咁呢度亦都見到就話特朗德出咗個海神斧喎，咁清兵嚟講就贏呢邊嘅法力貝爾好多。冇錯。而且咧，佢嗰個食兵咧真係，我睇翻喺度，魏永孝又俾人拉中咗啦，六索嗰個魔量唔多啊，亦都俾人撲到殘血。依度一個嘅前防衝擊，咁就直接係賣咗啊。First blood 出現喺九分鐘。其實咧，雖然第一個 blood 係九分鐘啦，但係呢一場咧亦都打得相當之緊張啊。係啊，我覺得依個頭反而影響唔大，因為中路嘅維克特本來就輸緊二十幾兵，你而家俾翻個頭佢，其實佢就係叫。挽回翻中路嘅嗰個劣勢，冇錯。所以依個頭其實對整體戰局嚟講咧，個人認為係唔大嘅，係啦。不過叫做同自己軍打一啲強心叫做觀眾有嘢睇啊，叫開咗個頭咯，冇錯啦。好，依度一個草叢特朗德咁啊出嚟服咗你，直接大嘅白落去。但係你見到就話法力貝爾喺依個階段佢嘅 CD 非常之快，嗰個被動啊。冇錯啦，其實咧佢只要大佢只要被動只係 CD 兩分鐘啦。哇！浪牙棒喺呢個前期咧。爭啲就爭啲唔夠依個紅紅打嚇親我啱啱開大咁呢度。其實呢度我相信咧，弗利貝爾主張咧就係打一個被動啲嘅攻勢啦，咁就想出咗一件日焰斗篷先。好，咁睇翻到拿冠軍咁啊上咗呢個嘅維克特，咁啊亦都奎恩去下就冇去到喎，選擇打河蟹，反而到艾恩叉咗上去之後就承受咗個火藥包嘅傷害。呢度一換一有冇機會咧？兩下補攻都衝唔死維克特，咁啊終於最後補經就沖水咗噶啦。咁呢度一個二換二落嚟，就見到話特朗德個位置比較差嘅，咁好好彩後面亦都有魏永孝幫佢做翻個 cover。呢度咧見到啦，其實咧啱啱戴安娜已經係無路可退噶啦，咁佢直接咧。開招 Q 上去啦，咁開大啦，咁嘗試換翻個頭啊！最後咧，仲要交翻閃出去先至攞到維克特呢個頭噶。係啦，咁就維克特個坦度亦都出乎意料，因為我冇估到就係戴安娜咁耐都未打死過維克特。冇錯，咁其實戴安娜呢度就似乎有少少奇怪。我相信咧，我哋嘅維克特啦，應該係有戴呢個魔防嘅。係啊，應該魔防戴唔少，仲要係固定嘅。應該如果成長嘅話，喺呢個階段冇可能話坦到戴安娜兩次嘅 R。冇錯啦。喺度亦都係見到戰場回歸平靜啊！咁啊，依個位置就係分析一下，就係話依邊啱啱嘅人頭咧，有啲就落咗喺維克特身上，但係主要嚟講咧，都係由一個打野嘅奎恩攞咗。冇錯，但係咧奎恩咧其實喺今季嚟講咧，雖然打野係少見佢，但係佢出咗呢個比較紅色嘅軍艦刀咧，其實咧對佢嘅輸出嚟講係相當之高啊！但係奎恩有個問題就係話一旦個對線期間係結束咗，依邊其實奎恩個大技嗰個機動性就浪費咗啊！因為奎恩你話打線，佢勁嘅地方就係佢唔使帶傳送，佢都可以開大，又好快跑到去上下路。但係依家你話如果打野對面好早爆團嘅話，其實呢邊奎恩接近係冇乜作用。係啦，佢大技嘅唯一好處就係開住大技去到團戰嘅時候有可能。我睇翻到又拉中咗蹦牆，咁就喺度拉唔中任何人嘅。係啦，有可能咧佢呢招大技咧。
最後的那一下用生命血量去計的傷害呢，都可能幫他撳到一兩個頭的。未到劉冠軍仍然是贏緊中路的兵數，咁就見到即係依個選手佢喺基本功裏邊咧好出色啊！而呢度咧亦都有兩個好透好靜雞雞嘅小朋友，咁就阿欣啦，同埋咧失雷西成功偷咗一隻小龍。哇！都奇怪喎，咁都俾人偷到。睇翻依度先，劉冠軍其實就可以配合阿欣擊殺翻個葵欣轉頭嘅，但係見到就話一個混沌風暴落去，辣到兩隻都殘，再一個死亡射線，辣死埋阿欣，然後做一個閃面嘅追擊。呢度劉冠軍仲有一下普攻，攞埋人頭，見到偉迪 JJ 已經大殺特殺㗎啦，俾咗一個前防追擊，定住咗機動部隊，然後一個嘅死亡宣告啦，係恐壓到依個嘅美國風花啊，咁就上到亦都打緊交，哇！好多打交睇啊，咁就咬緊依個嘅紅龍仲。大概200血的血量啊，是啦，但是每次呢个特朗德去和这个红红的时候呢都激化了人家那招被动。我看回这里一个传送落来，还有直接是拉中了这里空多吉少了，机动部队临死之前锁血拉去灯笼逃脱，再加一个的治愈，非常之靓的一波啊。这个新雷西的这一下灯笼呢开得相当之靓啊，成功呢補救了呢一隻老細，又不早就是要這個 timing， 非常之又可以覆曬人家來，非常之恰當，又呃了個 TP， 是啦，咁打得相當之好。而呢度呢亦都可以見到比較少見少少嘅，可以好睇返呢度先，全部人要針對個維克特，閃現冇拉到喎，咁呢度竟然喺俾人暈咗期間拉中咗呢邊個維克特，由阿欣呢係做返個漂亮嘅收尾，攞到個人頭啊。呢個魏永孝打得相當之好啊，是啦，咁就見到佢對失雷西嘅把握好好，無論即係我哋話一直玩得好嘅失雷西，無論佢識開團之外咧，亦都要識救人。見到就話佢喺放燈籠同埋喺開團裏面咧，佢個觸覺係好靈敏嘅。冇錯，而且佢啱啱咧喺雲同埋勾人嗰刻嘅判斷咧，判斷得相當出色。冇錯，喺臨尾雲嘅一瞬間咧，竟然成功俾佢勾得中。是啊，即係即使俾人暈咗，佢個勾已經係出咗去。係啦，係啦，咁啊，但係依邊係一個個別例子嚟嘅，即係話依邊藍隊咧，即係話科息咧係下路打得好啫，但係相反就係話中路同 jungle 咧，其實係面臨住好大嘅壓力啊。咁都冇都係啊，而呢度咧亦都可以同大家你都冇得話唔係啦，係嘛？係啊，所以我就繼續講係得啦。咁呢度咧亦都同大家簡介一下維克特啦，因為佢係佢一個咧獨特嘅呢個道具啊，獨門武器啊，自己嘅。見到咧，佢已經升級到藍色噶啦。係啊，咁就每次嘅升級咧，亦都可以選擇話自己邊招嘅技能可以做強化。咁啊，就住目前嚟睇咧，佢一定係已經提升咗佢嘅E技能啦。佢嘅死亡射線一定係有一個二段嘅傷害喺度。冇錯啦。而呢度咧，亦都可以見到啦。下路睇翻先，納達老師又想開團，今次拉中隻兵，反而富奇俾人拉翻轉頭。呢度綠索哥血量有少少殘啊，咁啊退翻去比較安全嘅位置啊。始終咧，啱啱個血量咧，對飛機嚟講咧係。西門再次衝上去一波灌落維克特度，但維克特都唔輸蝕嘅，咁啊套翻個大技落去，咁啊兩邊就平分秋色。再嚟多次阿路兩段殺到啊，一個單殺下路亦都見到綠索哥錯位啊，好可惜就依邊嘅偉迪 JJ 啦，係揾到殘血嘅一個嘅戴安娜。冇錯啊，就俾。他就捉到呢個維克特啦，但係維克特佢亦都俾人。我睇翻呢度係咪諗住塔殺咧？因為一個大影吸咗落去㗎，由一個嘅特朗德做一個坦克，呢個趙信捅埋開，有機會殺埋㗎啦。喂，咁啊呢度柯色就還以顏色啊，喺呢幾波嘅進攻入邊啊，係攞翻個風采啊。係啦，下中上路只係中路，最後俾個追擊執翻一個頭咯。但係呢度咧上路個塔，相信應該就冇硬㗎啦。係啦，咁啊睇下呢邊嘅柯温啦，好唔可以用翻一個下路外塔嚟做個交換啊？咁樣咧，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樣咧，我哋嘅富奇咧，其實佢另外仲有一招被動嘅，就係咧佢可以開場嘅時候攞到一個彈藥啊。係食彈藥包。係啦，咁樣咧，當佢有彈藥嘅時候咧，開佢嘅飛嘅時候咧，就可以撞開喺路軌上嘅人啦。係啦，咁啊睇翻依度下路有三個人，而機動部隊又喺依個位置放咗，咪就炸彈花直接上，但係由綠叔哥彈緊塔嘅，因為打咗三下塔，係都要殺依個魏永孝。後面一個傳送個時機稍慢，但係落到嚟仍然有機會收頭。特朗德以至住靚到，咁就直接咪收咗一個明月風花之後咧，追住個富奇嚟打，個富奇亦都頂唔順嘅喺前面，但係前面機動部隊同個偉迪追單挑嘅情況真係好似唔係好夠打喎，咁啊紅 buff 辣死咗啊，仲可以反身揾到啊！風添，咁呢度俾人自慢咗之後，其實佢望唔到嘢嘅，咁就可以試下反身 A 啊。咁呢度直接上真係輪光炸彈、格林機關槍，再加埋火箭空炸、軍炸，咁啊成功嘅接近神的境界啊！而葵恩咧啱最後放咗神資料出嚟啦，就將佢咧升華到一個神嘅境界啦。
係啦，咁啊，依度維恩非常之肥啊，嚟到7-1-1嘅一個戰績啊。冇錯啦，維恩咧睇嚟今場。哇！咁呢度其實十一呢嘅弗力貝爾啦係非常之可怕，直接咬落去，好彩趙信嘅大技咧放得及時，咁啊一嘢咧係彈翻開依個嘅紅紅啊。冇錯，但係睇嚟咧今次呢個上路嘅愛塔咧都應該咧會跌㗎啦。我依度仲要窮追不捨，唔俾你翻屋企，咁就係都要拆你座塔啊！好，戴安娜上緊嚟㗎啦，咁呢度趙信就上去清兵，咁而弗力貝爾都大約知道發生緊咩事啊？冇錯啦，咁始終中路唔見咗啦，咁佢哋都會有大家互相提醒嘅，咁亦都見到啦，立帝老師已經走咗去中路咧，開始遊走幫忙㗎啦。咁呢度立帝老師都開始遊走嘅話，其實戴安娜就相對要打得保守啲。你見到就係佢依家就算 Q 中，佢都唔夠膽好似頭先咁，直接係上去拗上去。咁啊呢度夠膽啊，因為見到比較近塔，之後仲有一下嘅傷害。呢邊魏永浩側身一拉，咁啊唔使啦。呢邊亦都係直接一個單殺，但係佢自己又行咗兩秒街之後，用一個 E 咧就掃翻四個隊員，但似乎亦都係相距難敵四手之下啦，令到葵恩嚟到9-1-1嘅戰績啊。冇錯啦，咁啱啱咧亦都可以見到其實。戴安娜咧，塔底呢一個開咧係好靚嘅，只不過咧咁巧就俾呢個維克特嘅技能嘅被動咧，就攞到一個盾咧就擋開咗啊，所以就冇即時死到，再衝出去嘅時候咧，先至勉強攞到個頭換咗個頭。呢條龍就真係唔好打啦，我建議不如老生卡中好過，因為時候其實特朗德同埋老生個推塔速度係快嘅，咁如果你哋可以逼到個中塔，亦都未嘗不可啊。冇錯啦。咁其實咧，我覺得佢哋啱判斷咧，走去攞多個中塔咧都 O K 嘅，或者守一守中路嘅兵啦。同埋真係沉寂多時嘅偉迪 J J 啦，即係見到近幾場都冇乜表現，但反而今場可能係因為攞到一隻本命角，攞到一隻明角，咁就表現好好多。係啦，其實咧佢上場咧玩人馬嘅時候都真係當出色㗎。係，但係人馬嚟講就係因為基於蓋倫肥起嘅嗰個事實，咁呢度成功係重擊咗之後，直接係一刀一刀捅死咗呢個嘅立帝老師啊！咁啊攞到龍又攞到人頭，最開心係咁。呢度魏永浩又再次示範啦，係啦，咁啊轉戰北美賽區啊！呢個位又再次係啦。咁樣不過咧，立帝老師都犯咗個錯誤啦，嘗試咧就去騷擾佢哋嘅時候就俾咗冰柱啦。因為佢係 JG， 我都情有可原，但係你 support 咁脆就。真係冇必要啦，係啊，有啲浪費咗呢一條命同300蚊送俾人啦。咁所以對面就見你送頭喎，送個 flash 咁樣咯，都叫禮尚往來。禮尚往來，但係原來唔經唔覺嘅話，預示者又俾依邊嘅 Hall One 啦，係攞翻嘅喎。係啦，咁其實都好重要嘅，因為兩邊咧都係呢個疊攻速嘅角色啦。咁其實咧對於預示者嚟講咧都相當之重要嘅。好咁啊！見到即係雙方都開始咆哮緊㗎啦。哇！一個配合燈籠，再配合一個遠距離嘅死亡宣告，令到依個位老西恩可以攞到維克特嘅人頭。維迪即即俾人虛弱咗，亦都做唔到任何嘢。閃面離場之後，西門拿冠軍喺前面嘗試係換走依個葵恩，換到啊！咁啊，佢殘血諗住走啊，但係似乎就冇辦法逃離一個弗力貝爾嘅魔掌啊。係啊，呢度咧亦都可以見到，其實戴安娜咧呢一個。Vibe 咧係相當之好。係啊，戴安娜你唔可以殘血放任佢喺度。你見到就係幾次依邊嘅 Hall Six 都係犯咗 ，Hall One 都係犯咗同樣嘅錯誤，以為就殘血有人收㗎啦，佢死咗㗎啦，但係唔係喎。係咯，之前咧就係太多殘血誘惑啊，可能就買咗教訓咧，今次咧就唔係。係啊，真係太放心啊，以為話個傷害會夠秒到嘅戴安娜。冇錯，但係而且咧你殺唔到戴安娜咧，佢嘅一套技打你咧就金啦。佢咧其實係瞬間咧可以，佢係有啲似維嘉咁樣嘅。其實佢放完一 set 之後咧，佢就可以去死噶啦。係啦，係啊，咁所以你唔可以就係趁佢嗰度爆發未打完之前，你就有佢喺度。冇錯啦，而且咧佢依家暫時未有金人啦。如果佢有金人嘅話咧，其實佢喺呢個團戰入面嘅威脅咧係相當之大，絕對唔比維克特嘅 AOE 傷害細噶。好啦，咁啊依度維克特攞翻個藍 buff 先，咁啊中路應該就清線嚟講會唔錯。不過如果講龍方面咧，後期嘅戴安娜啦，同埋後期嘅維克特咧，其實兩隻咧都相當之有睇頭啊。應該話咁講啦，後期嘅戴安娜可以分推，因為佢 AP 跌到5-6-8出嚟嘅時候，你可以見到就話佢連弗力貝爾其實都有機會秒到。咁睇翻下路，其實啱啱修雷西啦係嘗試試過去拉依個嘅副旗，但係好可惜就拉唔中。係啦。又直接捅上去搞只 support 噶啦，咁啊拿冠軍亦都準備一息跟上，咁啊直接秒咗之下，後面一個傳送力都準備嚟到，咁啊好好彩，特朗德亦都係及時取消咗啊！
呢邊其實可以勇敢啲啊，直接係攞曬成個南北嗰邊嘅視野，趙信可以直接衝入野區噶啦。咁呢時候佢霸佔咗視野，偏偏戴安娜就翻中路守線，就令到佢一個人要面對葵恩啦。咁啊，下面其實就快打交噶啦，但係偏偏就唔轉俾我哋睇啊。係啦，咁樣咧，我諗都係想我哋講下上路啫，咁陣間再留意一下你哋啊。不過咧，呢度咧亦都可以見到，其實連續兩次咧，立帝老師都被人捉到噶啦。睇嚟咧，大家都對我都講過，因為一開始都講過，就係話依邊冥月風花絕對係會係一個破口嚟，因為佢經常嘅走位都係比較弱。咁好彩啦，對面魏永孝咧都有 fail bash 啊，咁樣咧似乎都係一個係嘛？你心理平衡啲啊嘛，唔係得一個廢啊嘛，友誼啲嘅競技啊。係啦，咁就依度見到話啊，特朗德咧隔離偷緊個四料，但係葵恩就睇到噶啦，咁啊睇下會唔會重擊偷啊佢。咪仲有一下個四秒，其實可以攞咗先嘅。咪就特朗德就交咗一個閃現離場，仲有丁咁多嘅血量，咁啊交翻一個燈籠啊。咪就趙信俾人拉中咗一個守門雙角，亦都歪咗噶啦。咁呢度咧，科瑟斯呢邊咧都決定離開啦。咁因為咧特朗德已經殘血噶啦。係啦，咁呢邊其實葵恩絕對可以擔任一個分推嘅角色，因為佢攞住妖夢鬼刀，咁啊再加上佢本身有大技，其實好難捉得死嘅。咁如果佢喺邊線係俾壓力嘅話咧，係好有機會令到呢邊嘅Ho Six 咁啊比較頭痕嘅。咁呢度亦都可以見到啦，其實咧佢哋已經係拼緊下路嘅兵啦，咁就睇緊究竟係邊個去做呢個分推嘅動作。亦都可以見到咧，上路紅拱咧，亦都咧對外嗰、那個外塔咧蠢蠢欲動啦。咁啊，依度特力貝爾咧直接係開起咗大技係清兵噶啦。咁啊，見到佢打冰傷害就高啊，但係似乎打落個特朗德方面咧就冇乜力水啊。係啦，不過咧啱亦都見到葵恩咧打落特朗德身上咧就相當之痛啦。咁啊，今場比賽中我覺得係正式進入一個膠着點啊，因為接住嚟嗰個五打五嘅團戰，邊邊贏咗就直接有機會攞巴龍，甚至係推埋水晶兵營。冇錯啦，咁呢度咧，我哋咧就要拭目以待啦。見到咧維克達想做一個轉角攪面嘅男人啦。佢就直接係四腳爬地啦，咁啊諗住入場啊。佢呢一下爬咧，除咗可以翻人之外，亦都有一個跑速嘅加成啦。不過咧，對於但係佢嘅跑速加成僅限於佢直面嗰個嘅敵方英雄的時候，如果你調轉跑其實是沒什麼用的，是的是的，所以呢他開了其實都 很大程度上是想去做一個中塔。好，那這裡中塔還有三分之一的血量，但其實你面對維克特基本上就不用想推塔那麼滯的了，這裡發現了對面的一個假眼，嘗試做一個伏擊啊。係啦，咁就喺呢個真眼嗰度做一個埋伏啦。點知對方咧亦都喺真眼嗰度等緊啦，就係。同埋你見到就話富奇個藍色飾品咧，就快 CD 好，到時一照，其實亦都知道你喺邊。就原形不露。係啦，咁啊依度富奇竟然喺小龍重生嘅時間點啦，翻屋企喎，連同維克特。咁啊藍隊亦都冇趁呢個機會係開一個五打三啊。咁啊選擇係入啲嘅位置先做一個 base 啊。咁就行咗出嚟，直接開咗落紅紅身上。咁啊依度立帝老師再次係交咗一個網狀嘅大技，又做翻個撤退。似乎是富奇有啲上壓，已經趕到翻嚟啦。富奇呢個位置是屬於差的，因為佢依度就同到隊友會合。呢個時候西門拿冠軍係嘗試要入切後排嘅啦。你見到佢一下中咗呢個富奇，再有第二下嘅 R， 有冇機會收到富奇人流呢？竟然保唔住啊！咁依度見到就話魏永孝為咗機動部隊提供好嘅保護，所以喺呢個團戰啦，係打出一個二換四，順帶咧小龍亦都可以被依邊 Ho Six 攞到啊！冇錯啦，咁呢度咧亦都。是好像你剛才咁講啦，其實富奇的位置相當之差，因為咧佢嗰個位置直接就食咗戴安娜的一個 Q 咯。你點會咁樣行出嚟先？你等前排先出咗去，你先再喺嗰個閘位出嚟啊？係啦，而且咧亦都可以看到頭先紅紅其實唔係好夠坦啊，因為咧見到佢咧前面咧頂咗幾下傷咧，已經冇咗大部分嘅血量啦，即使佢有被動啦。都仲係爭啲啊！好咁啊，依度一波嚟講，Ho Six 啦，打翻個氣勢轉頭啊！咁啊，26分鐘，佢哋憑住啱啱攞咗四個人頭，然後中路攞塔，又再攞小龍啊，令到佢哋經濟咧係依家反超前3000元啊！係啦，咁樣咧亦都希望咧呢個華仔 JJ 咧頭先係我哋嘅 MVP 啦，咁啊十，依家打緊13-3啦，究竟可唔可以扭轉而家睇到嘅劣勢啦？咁就～拭目以待啦！系啊，即系重点摆晒喺只葵恩方面。咁至于你话依边就睇戴安娜啦，戴安娜秒到人就由柯色射。如果你话葵恩做到啲乜嘢分推啊或者单捉嘅，就由依边嘅柯稳人。系啦，咁就睇下究竟佢哋会唔会继续想
選擇呢個五 v 五嘅團戰啊？五 v 五團戰嚟講，我覺得就應該似乎就好似男隊比較好打少少啊。係啦，咁呢邊其實就要製造單足嘅機會啊。不過講真的，你分推已經不夠打。你看到呢邊，你叫韋迪追追去分推，但似乎特朗德依家有埋兵權之後，佢又幾坦得下喎。咁你如果你話打唔打唔，你又打輸。咁所以你依家只可以係出其不意，出其制勝。係啦，或者咧係成功咁樣咧單殺到人啦。不過呢個機會咧喺比賽入面咧就應該好少見到啦。即係要睇，我覺得即係話主動權全部都掌握在柯式身上。依家要睇嘅就係話柯温會唔會犯一啲比較低級嘅錯誤。冇錯啦。如果柯温咧佢唔犯大錯嘅話咧，仍然咧仲有機會可以打。啊，講錯咗，係柯式會唔會犯大錯？柯温就應該係主導咗噶啦，依邊柯温。應該話應該係逆風就肯定㗎啦。咁可惜只要唔犯大錯，其實就好有機會啊。冇錯啦，始終咧戴安娜去到後期啦，同埋趙信。再加上你而家28分鐘就係打團戰，咁呢度夠唔夠膽追落去咧？深海巨流捉到魏永孝啊！咁呢度由韋迪 JJ 再攞個人頭，咁呢啲其實人頭開始要讓俾一個嘅副騎，因為你見到呢副騎係一個 support 型嘅 AD 嚟嘅，佢嘅輔助數甚至比個立帝老師仲要多啊！冇錯啦，021啊，可以考慮下換位置。係啊，換位喎，其實呢邊工作人員可以將。幫我哋將副騎同立帝老師個位置對換啊，因為我哋係先排 AD， 再排 support， 係啦，啱啦，呢個位就。但係點解佢唔出眼石？呢個時候又要鬧佢啦。點解呢個 support 冇眼石啦？有 AD 就出眼石啦，咁啊唔啱啊。咁樣咧，呢度都見到啦。其實咧，我哋副騎咧啱啱先出。副騎開始要攞頭。無盡啦，佢係踏上咗呢個無盡旅途。呢個西門大冠軍一打二之下，有冇機會秒到啊？咁啊爭少少，咁啊由韋迪姐姐再攞多一個人頭。係啊，呢度真係太多啦，佢個人頭。因為如果你話依只葵恩一俾人捉，其實成隊嘅紅隊咧，你見到扣翻12個人頭，就係15-4。係啦。基本上依隊紅隊就輸緊啦。所以其實他們柯溫這邊好看究竟這個葵恩呢有沒有出事啊，似乎打得很膠著、我身邊的隊員也都是各種 short calling 啊，是的，時間也 都打了29分鐘了，是的，那韋迪JJ再上去捉這個風set，那今次有沒有機會讓頭呢，還是說燈籠會救回頭呢，那魏永孝這個時候被三個人包回頭，這個 support 看來就要送了，應該就哎，仲最後交咗一個閃出嚟，跟住就蝕啦。係啊，閃亡閃面嗰位嘅呢個塔咧，會唔會今次攻到咧？咁啊，有傳送嘅佛力貝爾啦，呢個時候竟然又冇分推啦。冇錯啦，咁樣咧亦都可以見到啊，上路今次咧，柯韻呢邊咧係相信喺呢度可以直接開嘅，因為立帝老師同埋紅紅嘅坦度好夠啊，咁啊直接鬆開咗依邊嘅藍隊，亦都係話緊我哋嘅柯式啊。咁紅隊喺依個位啦，將個經濟咧係拉窄到輸緊1000蚊嘅啫。紅隊咧打得相當之出色啊！呢度係啊，佢以為你以為我哋輸緊咩？佢又將個節奏打翻緊湊啲啊！冇錯啦，而且其實紅咧佢嘅回血能力咧都可以睇到。呢度咧可以見到。我哋最近呢個西門啊，佢避開咗個 Q， 似乎戴安娜依度係冇一個 R 嘅重置啊，咁啊只可以靠普攻嘅啫。死亡射線好可惜啦，唔中嘅情況之下，亦都係只可以放依個嘅戴安娜走啊。係啦，而呢度咧亦都話咗俾呢個華帝 JJ 知道咧。其實咧，佢去揾戴安娜咧，未必咧係一個優越。佢打得贏嘅，因為佢有吸魔劍，有手套。其實依個時候嘅戴安娜正常係秒唔到葵恩。冇錯啦，但係頭先咧亦都可以見到戴安娜冇開第二次嘅 R 啦。其實好有可能只係因為 miss 咗咧先殺。係啊，冇錯，就係話第一下 Q 佢 Q 歪咗，或者話你話葵恩勁都好啦，佢避開咗，亦都有可能太緊張啦 ，R 開咗先個 Q 先打落去。其實冇問題嘅 ，Q R 本身係可以一齊放咗一個連招嘅，係啦，即係你個 R 去到之前你放到 Q 就得噶啦，即係你可以先撳 R 嘅。但係啱啱我見到佢頭上好似有月光啊，係頭上有月光，咁我哋其實依家都就快12點，所以我哋頭上都有月光噶啦，咁就咁所以希望佢哋可以再打得緊湊少少啦，我哋都可以。係啦，咁就。今場亦都係頂住個眼瞓啊，講埋佢，我哋加油啊！係啊，加油啊 ，Brian！ 係，你同我打加油係，因為始終我都講咗四場，咁就依度清緊個陣啊，其實就仲有20秒，呢個小龍就重生㗎啦，咁似乎就會有一個小龍戰啊！
冇錯啦，咁呢度咧亦都可以見到。我一拉拉唔中，咁啊呢度係 TP 兜後喺後面，我哋見到特朗德嗰個 flanking 嘅位置非常之好，而家冰柱直接卡住四個，非常之靚嘅一個援出，只要戴恩尼入場，有冇機會衝到嗰只富奇咧？咁啊冇人理只富奇同奎恩喎，咁啊反而係 focus 前面嘅立帝老師，呢個時候法力杯入場，不斷追住機動部隊係咁 A 啊，咁啊呢度秒埋個老山之後，後面嘅魏永孝亦都頂唔住啦，但前面嘅富奇亦都俾人秒咗，呢度係一個秒後排嘅節奏，要戴恩尼打真得。暴跳，但系法力杯咧，亦都系攞翻唔少嘅人头。哇！呢个段战非常有问题，有一个二打一嚟讲，我哋见到戴安娜攞咗个穿暴跳啦，仲有法力杯一个，杀唔杀到咧？叉埋佢，笃起佢 ，A 埋落去。哦 ，Clean Ace 呢个位，恭喜一个嘅可惜啦，系一个混乱嘅段战，以三换五啊。冇错啊，喺呢度咧成功攞到一个 Ace 咧，亦都咧成功咧攞到佢哋嘅第四只小龙啦。咁样对于Core One 嚟講咧，呢度咧絕對咧係有一個咧好大嘅危機嘅，就係咧下一輪咧佢哋絕對要守呢個五龍啦，又或者咧守巴龍啊，咁就睇佢哋點樣取捨啦。但係咧頭先咧好明顯就係我哋嘅紅紅啦，紅紅佢嘅支援咧係比較慢啊，而特朗德佢嘅兵柱咧放得相當之好啊。好咁啊！台下嘅观众都见到有反应啊！系啦，佢哋都相当喂啱啱嘅团战啦，热血沸腾咗一下。但系咧，虽然啱啱成功 ace 到啊，但其实佢哋双方差距咧都只系两 K 嘅咋。两 K 其实嚟到三十分钟就唔多嘅。系啦，唔多啦，但最主要咧就系讲紧一边有四龙，一边就冇龙。同埋两边其实要调整一下佢冲牌同埋补牌嘅节奏，因为目前嚟睇就见到两边嘅前排都好注重冲牌。但係就冇人做到個補牌，但係你可以見到就係話，四二五嘅路西恩其實比零三十四嘅富奇咧，都係未開齋嘅富奇咧，係應該就有用好多嘅。咁所以其實依邊衝死只富奇固然之好緊要，但係有冇話會諗下去補呢個嘅路西恩啊？都啱嘅，不過咧啱啊，因為你見到就話紅紅物防裝。路西恩是打得入的，因為路西恩是有最後二語有破格的。沒錯，但是呢你都看到其實這個紅紅剛剛也是一夫當關衝進去殺了三個頭、啊、其實如果呢成本低一點的話呢，我覺得呢我這裡拉不中，跟著一個隔牆 Q 直接去落了六索哥，又是一個秒 AD 的節奏，這裡路西恩今次終於沒人 focus 了，這裡韋迪 JJ 也都頂不住，一個 combo 劍之後反身 A 了阿欣兩下之後，也都要做一個退場，得回前面兩隻大坦，你看到就完全是一個沒有傷害的節奏。在這裡看到就是說多多的紅紅也都是嘗試了一個回血啊，系啊，多多触发咗被动啦。喂，呢度俾人晕翻转头，阿欣原地定喺度，一个 Q 竟然打唔死，咪红红喺度奋战住五个嘅褐色成员啦。咦，红嘅坦道咧，其实的确咧，好似我开场咁讲啦，系呢只 game 入面数一数二嘅坦。但系咧，当佢冇咗被动之后咧，其实佢嘅坦力咧就相对减弱咗好多噶啦。系啦，咁啊，依边亦都见到就话打出一个灵魂三之后啦，系可以开巴龙噶啦。咪咗戴安娜其實嘗試 R 落去，但係唔夠佢。R 咧放唔到落去啊！佢依度係法力杯，又係有傳送嘅。其實依個位置可以 TB 喺後面嘅眼做一個阻止嘅，但係佢就似乎淡定咗少少喎。咁就冇嘗試阻止個巴龍。就太遲啦！始終咧，佢一個人落去都做唔到啲乜嘢嘢啊！係咁就恭喜翻依邊，其實 Core Six 啦，喺啱啱個團戰係真正拉大咗優勢。冇錯啊！頭先就係話兩三千蚊嘅一個差距，其實好平均。而家你見到就係話開始去到四五千蚊左右。冇錯啊！而且佢而家有巴龍 buff 啦，變相咧對 Core One 嚟講係一個好大壓力嚟嘅。而且一陣間巴龍 buff 咧仲未完嘅時候咧，好有可能小龍已經 CD 好啊。同埋再講一講就係話，依家富奇同埋奎恩陷入一個衰退期。富奇呢個時間已經唔痛噶啦，冇錯。咁再加上就奎恩亦都過咗佢最強勢嘅時間，係啦。咁所以呢邊就係靠維克特一個咯，維克特秒到嘅就係立功，但係相反，如果佢呢個團戰冇乜發揮，就變相係一班冇傷而且好硬嘅一個坦喺度，其實冇乜意思。都係冇乜作用。係啊，亦都可以見到其實咧，頭先 AD 即係飛機佢自己嘅走位啦，同埋佢嘅。都唔可以怪個飛機嘅走位，因為佢以為佢避開咗一個西門拿冠軍嘅 Q， 佢以為佢就唔會俾人拗，點知戴安娜好果斷，直接拗兩次落去，寧願放棄一次拗啦。咁所以依邊戴安娜仲要有金像添，你見到佢團戰中間交完第一波，仲可以放金像再打第二波，再打多一波。我咁呢度一個Fnatic 嘅 push 啊，我哋話Fnatic push 就係話一個經典嘅草叢位啊。
咪到就係一個推塔噶啦。咁夏魯爾塔完全唔想防守啊。咁呢度嘅柯温咧係直接棄守咗呢度嘅夏魯爾塔。始終咧有呢、這個。佢呢度閃面想拉個盧西恩轉頭，但諗太多啊，反而係轉身俾人猛秒翻轉頭啊！係啊，呢度咧有啲衝動啊！紅紅咧其實哇、拉斷咗立蒂魯斯嘅 support 嚟噶，可以上啊！咁啊拉翻只立蒂魯斯出嚟，見到盧西恩係完全打得入嘅，呢度唔知點解一個嘅負旗咧亦係 double 咗出嚟啊！咁啊團戰繼續緊，暫時嚟講一個一換一，亦都見到啦，呢度係有機會繼續做一個推進啊！系啦，而呢度咧亦都見到咧選手們已經放低佢聽筒，相信遊戲已經結束咗啦。系啦，咁啊，即係大家都相信係一場精彩嘅比賽嚟啊！冇錯啦，咁究竟咧會唔會係柯温輸咗巴龍啦，輸咗四龍嘅情況下咧，最後竟然攀平劣勢，最後攞到一個贏咧？呢邊係柯温係嘛？係啊，呢邊係柯温。喂，呢邊係柯温，咁即係話其實柯 six 係 fold 翻轉頭喎。如果我哋咁樣預測落去嘅話，咁啊真係要放長雙眼睇喎呢個位。系啊，呢边柯温系有红港嗰边啊。系啦，咁啊攞住6000蚊嘅，系6000蚊嘅优势，点样 fold 啦？我哋依家可以睇。应该好难啊。但系其实即系同翻大家讲翻，就话自从season six开始啦，去到一个6.6 嘅版本啊，重新时间咧系一直冇改短过。喺依家呢个时间，其实你一死就系30-40秒嚟噶啦。咁如果你话有一个副旗配合埋葵恩，其实系有机会一波灌到底。系真系可以，而且咧有一个好够坦嘅多多红啦，咁样咧佢亦都可以咧。坦到唔少嘅塔數啊，絕對係有可能咧贏到噶。係啦，咁啊，大家都好緊張啊！究竟柯温呢邊紫方嘅柯温點樣贏翻轉頭嘅咧？定係真係好似而家大家所見到咁啊？命運之神咧，的確眷顧緊柯色先。好啊，咁啊，呢個集位戰嚟講，阿永孝數唔中呢邊立蒂魯斯，但拉中咗60個，一波秒咗落去，之後前面嘅夏魯作亦都要死埋噶啦，維亞特亦都頂唔住，要連捉3個，可以話咧亦都有機會攞小龍啦。冇錯啦，咁呢度咧，如果佢攞小龍就已經成功疊到5龍噶啦。係啦，即係非常之快個節奏，因為五龍你6分鐘一條都要堆20-30分鐘，咁其實佢係38分鐘攞到5龍咧，一個相當之唔錯嘅速度啊！一開始咧見到趙信咧同埋呢個 support 嘅配合咧攞到第一隻龍咧，我相信係令佢咁快攞到5龍嘅關鍵。係咁呢度都急急腳㗎啦，雖然杜安娜話唔喺度啦，但另外4個攞住個5龍骨都唔等㗎啦，直接係逼入一個水晶兵營塔。咁到雖然話紅紅咧係喺個塔前面，但都做唔到啲乜嘢，咁啊直接喺39分鐘咧，俾依邊嘅藍隊係攞咗第一座嘅下路水晶兵營啊。似乎咧就會推落去啦。咦咁就其實柯色個勢好順㗎喎，冇錯啊！以呢個勢嚟講咧，佢哋係冇可能翻盤。係咯，點樣贏翻轉頭咧？依度拉中啦，鄧老師再殺多一次，你啱啱出嚟就要死㗎啦！咁呢度西門拿冠軍，再次上去係砸破依個紅紅。咁啊，雖然話六索哥咧今次冇俾人針對，但係亦都係頂唔住前面趙信猛烈嘅進攻啊！見到攞到一個嘅 double kill， 之後西門拿冠軍再收埋副技人頭，開翻個金像，然後逼埋個閃面出嚟。系啦，咁呢度咧應該就係恭喜可以恭喜定柯色佢贏咗呢場比賽噶啦。咁啊，31-21嘅人頭，柯色雖然係面對過五關斬六將嘅柯温，但係無懼困難。冇錯啦，而柯温咧亦都衰敗猶榮啊，始終已經打咗3場比賽啦。咁樣前2場都打得相當之精彩嘅。咁而家雖然輸咗啦，但係咧我哋都覺得你哋打得相當之唔錯噶啦。咁啊，依邊亦都順帶一提啦，富奇最尾係有開齋嘅，係攞到一個人頭嘅，佢終於都攞到一個人頭。係啦，咁就恭喜翻柯色啊嘛，咁就直接晉身到我哋3月30號禮拜三夜晚嘅一個 BO3 嘅決賽。咁佢哋對戰嘅對手咧，就會係聽日可以突圍而出嘅一支隊伍啊。係啦，咁另一支嘅冠。另一支贏咗嘅人馬咧，就會同柯色生喺3月30號再講一次，3月30號啊，咁就會咧進行我哋冠軍賽啦。咁啊，依度都係展現我哋嘅友誼之交，握翻個手嘅。係啦，如果咧你哋咧係有興趣嘅話咧，留意我哋呢場比賽嘅話，到時候聽日啦，亦都會有其他嘅8強嘅賽事啦。另外咧，後日就會有我哋嘅4強。係啦，咁啊，都唔好講咁遠住，聽日同樣時間、同樣地點。亦都係喺翻我哋依個嘅某A 嗰度，咁啊，亦都會有4場嘅 BO1 嘅賽事，咁我哋約定大家聽日再見。係啦，聽日再見。咁啊，依個時候同大家講聲晚安啦。係啦，未食晚餐睇我哋比賽好緊張嘅朋友咧，都可以去醫下肚啦嚇。
点五啊，十二啊，十二啊，今场一点五，唔系一点五喎，完场十二，完场过十二喎，我唔理啊。哇！係啊，你應該識㗎啦，應該有聽過喎，仔過嚟。50咯。